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为 CTV 为您带来的大赛直播，我是范卫京。各位棋友大家好，那个我是刘星。我们导播有点说不过去，连我擦眼镜的时间都不给我。刘总，你今天怎么在这里啊？你不是应该在杭州的吗？对，我本来也以为我应该在杭州，但是呢，之前我们队也是经过教练的一个周全的考虑吧，觉得我最近的状态不太好，然后这一盘的机会呢就让给了我们队年轻棋手来下。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也还是不算坏事吧。第一呢，可以有一个难得清闲的周末啊。另外也是比如说像昨天晚上可以很安心的看一场西班牙国家德比，这个对我们球迷来说也还算是有失必有得呀。对对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给我们年轻棋手一个上场的机会。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有机会啊跟我们的范大美女一起在这儿跟大家直播今天的围剿。今天是第一次有幸能跟刘总一起搭档了。客气客气。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围剿联赛第18轮的对局。今天这一盘讲解的是由北京中信队对西安曲江队一盘主将战对阵的双方是崔哲翰和陈阳烨。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位的战斗值对比吧。首先来看一下陈阳烨九段，大局是88，力量89，心理92，内力95，状态74。而崔哲翰呢是大局85，力量96，心理94，内力89，状态76。相比之下，在力量方面好像陈阳烨差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在内力上领先不少。对，我也是看到这个。他是大局也是稍微领先点陈阳烨，那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意见吧。对，我觉得像他们这样的就是算是中韩最顶尖的棋手，首先在力量上其实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陈阳烨其实也是力量很足，只不过是他发力的方式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另外自己的特点，对，另外我觉得内力，其实说到内力的话，崔哲翰其实是功夫很深的。他的中后半盘非常厉害。尤其是官子阶段吧。经过这么多年的锤炼，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完全靠力量取胜的一个棋手，他很全面。心理双方都还不错，都是拿过世界冠军的人。对对，这一方面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战斗值评定。陈耀烨九段的必杀技是扫堂腿，这个我想解释一下，这个一放出来可能很多棋友都要吐槽。确实是。我们小编把这个扫堂腿这个建议发给我们的时候也是有点震惊。扫堂腿就让我想到了那个什么我不知道，可能年纪大点的棋友都玩过以前那个街霸。街霸游戏里面那个我老是会想到扫堂腿就是相扑伸出一条那个肉肉的腿然后一扫那种感觉。我觉得陈阳烨这样级数的选手应该可能会必杀技应该是更高端大气一点吧。但是扫堂腿是下三路的功夫啊。对，但是说起来确实可能也还是蛮形象的吧。就是明有点出其不意。对对，但是这个确实可能陈阳烨自己不是很愿意看到这个。再来看一下崔哲翰的必杀技是千蛛万毒手，听着就觉得很毒啊。千蛛万毒手，这个可能大家就也是很多武侠爱好者都比较了解啊，是倚天屠龙记里面阴离就是阿朱他的练的功夫。魏晶你有没有了解？刚刚了解了一下。他这种功夫就是用毒蜘蛛大概是吸自己的血这样的，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毒。他练这种功夫呢，也是属于是自残性的。反正我是不会去练的，因为他会自毁容貌啊。你功夫越高，容貌毁的就更惨烈一些。这个用在崔哲翰身上，
我觉得还形象还是挺形象的，就是也是他可能自己就是够厉害，对，够毒，因为他主要是强调他这个奇峰非常的毒，但是但是容貌也没有伤，对，是吧？然后看一下他们的总体评级，都是 A 加，这是两个人的近期交锋是胜胜负负负，对陈耀烨来说好像是不太有利的局面。因为曾经有一段嘛，这个公认的陈耀烨是崔哲瀚的苦手，就是两个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可能是崔哲瀚对陈耀烨有过八连败的经历，这个就是因为崔哲瀚一直是韩国排名大概是至少是前三前五位吧，至少是极速的选手，但是一直是面对陈耀烨难求一胜。不过最近好像是有一些转变，我觉得也是因为崔哲瀚在自我调整，他以前的棋相对来说是就是比较强烈的那种搏杀型，但是正巧呢，陈耀烨是不太怕这样的，这样棋风的。崔哲瀚经过一些改变，自己也变得更加全面，很多时候把局面拖入到中后半盘，反而机会更多一些。怪不得后面取得了一个连胜。对，然后预测胜率是51%对49%。看来小编还是看好陈耀烨。基本上是五五看。好，那么现在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盘对局吧。好。等一下。开局还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布局。我看今天联赛里面有很多重量级的那个交锋都是用这个开局。说明这个布局也是相当差不多，大家都愿意选择这样。对，也是一个固有的比较套路吧，算是双方的一个相对来说黑棋是更注重外面。这个大家相信大家应该是都看的非常多吧，这个就是唯一有一点可以探讨的地方，就是黑棋这步棋是长还是打吃。最开始的时候黑棋都是争吃的啊，这个没有问题，但后来有过一些修改吧，修改方案就是黑棋长在这里，长在这里就是让如果吃的话，白棋在下面这一带走棋，黑棋是必须要硬的。速度慢一些。速度会慢一些。长的话呢，就这边可以暂且先不走。可以先在外面走棋。但是就是说，一旦将来要走的话呢，不会。不可能再走成这么饱满的形状。对，不会像这两手这么形状比较充分。那这盘棋还是选择了吃。我们知道崔哲瀚也是比较。比较形体比较厚实的，喜欢积蓄自己的能量，总有发力的那一天。现在白棋是走一个，黑棋自补，这个都是正招。黑的手招，黑的。黑的尖，白的拆了一个兵，走成这样，好像双方的布局都是不紧不慢、堂堂正正的。对，这里面可以聊的是黑棋这步棋吧。在上面的话，黑棋其实是有很多种选择的挂角方式。一个是挂在这，一个是挂在这，还有就是让这步最远的。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多时候最常见是在这儿，白棋手可以回拆，然后白棋应该也是推荐拆下边。
这样进行的话呢，黑棋这个感觉离后势稍微近了一点，嗯，效率没有那么充分，嗯嗯，有点重复看起来。嗯，如果是最紧的，嗯，像白棋势必是收手，嗯，黑棋坚挺，白的回力，嗯，这样感觉是走的最大，嗯，最高效，但是问题在于。有点上面感觉有点空旷，嗯，这个地方自己显然将来是不肯再回拆的，嗯，但是如果白棋一旦在上面行棋的话，黑棋就很难拿得住白棋，嗯，比较容易落空，嗯，所以说呢，黑棋实战选择这个最远的这个地方挂是有它的用意，嗯，如果白棋普通手的话，黑棋就可以暂时不走，先拆下面，嗯。这样比前面这个就这不需要回拆了，对，速度更快一些。如果白棋进来的话呢，黑棋利用这边的后势可以对白棋进行攻击。嗯，白棋实战拆一也是正招啊，黑棋接着尖。嗯，往往这个时候白棋也是要再走一走的。哦，但这样黑棋就达到目的了，这是黑棋的意图，还是上下两边都走到了。嗯嗯，所以白棋实战是脱先。但是这步脱先也是相应的付出代价的，嗯，就是被黑棋挂下去，所以我觉得黑棋这步三间挂还是下的挺好的，嗯，是不错的一步，对，很有想法，嗯，现在白棋飞了一个，嗯，这步飞倒是有点迎合我们前面扫堂腿这个必杀技的，嗯。专攻下路啊，也是不容易想到的吧？我觉得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大概是靠压这种，翻白棋长，就是不让黑棋这两边轻易的连上。嗯，黑的会长一个吗？黑的，嗯，如果长，白的挡住。其实下成这样，我觉得白棋还是不错的。嗯，就是让黑棋这两块轻易，不能取得联络。这样的话，将来黑棋如果这块跑出来了，白棋有可能顺势从这边出来，嗯，让黑棋左右难以兼顾。嗯。当然呢，这个也是个人棋风的关系啊。陈亚月觉得这步棋是看得见的实惠。嗯。目数也很大。嗯。还走这个。嗯，这步棋我稍微有一点就是想质疑。嗯嗯，我觉得还是先在上面先飞一次。哦，就是这步棋肯定是有一手棋价值。哦，而且它是问白棋的应手。白的会粘上吗？还是另一个？白棋比较容易想到的是粘上啊。嗯，像这样的话，黑棋再从这边进来，总是便宜的。对，如果照着后面的发展的话，我觉得黑棋走到这一下还是有便宜的地方。嗯。如果白棋要是争先手的话，就会比较得苦肉计吧，嗯，就得有一边得冲一下啊，这样，嗯，冲完当然这一下可以暂时先不走，哦，但是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说，让白棋冲一下是没有什么不满的道理，那，哦，将来外面急后，如果白棋就算他能走到这一步，黑棋可以从上面走。嗯，这样黑棋的全局的感觉就会非常好。嗯，这个迎合右边的势力，黑棋在中间可能会形成很大的模样。嗯，当然呢，崔振汉他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他是怕哪个。对，这我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吧，就是关于行棋的招手的问题呢，每个棋手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即便是最顶尖的几个棋手，他也不见得下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思路的问题吧。这盘棋其实还是选择了先进入，反正肯定会先把脚挡。因为我们从这个全局的这个格局来看呢，黑棋是前面把子走在了外边。他将来要赖以争胜的地方可能是中府。但是如果过早的侵入白棋的阵地呢，白棋有可能就顺着这条线就走往中间行进。哦，这样中府的潜力可能就白白的被破坏掉。对，黑棋前面的子力的效率就有可能会降低。
真黑棋托。嗯，这个就是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如果黑棋现在很想跳这个棋、嗯、但是这边被白棋出头，黑棋连后就会成为问题。嗯，当然你现在如果再想刺的话，白棋肯定不会接上。哦，白棋这个时候会抢占先手。嗯，然后挣过来，这样的话黑棋这几步棋有可能就吃亏。嗯，黑棋是现在选择了拖。嗯，拖完虎，这个地方黑的打下去如何？黑棋打白棋只有提，然后白棋应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这样的话呢，同样是前面的问题，就是黑棋必然会拖后手、嗯、白棋先抢到这个阵。看这步阵很大。嗯，这步阵是双方在也是在左上勾心斗角，就是其实就是看谁能抢到这步棋。嗯，而上边呢，虽然看起来黑棋不错啊，把白的一个子割下来、嗯、但是其实它的实质收获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白棋下手这个飞、嗯、黑棋就很难受、哦、黑棋这个如果你要是阻度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嗯啊，阻度白棋再拆一就很容易在上面安定。嗯，这样的话黑棋其实就吃了一个子，并没有那么大的、嗯、只是看起来厚一些。对对，实质价值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对，是这样。 嗯， 嗯，所以确实还没有这么选择。这样黑棋尖那个。嗯嗯，尖这步棋是也是拖之前的一个连贯手段吧。嗯，这个白棋要小心，如果千万不能挡了。对，这样就被黑棋吃。嗯，白棋就没有应手。嗯，这如果提黑棋打，嗯，这样的话白棋跟刚才就没法比了。嗯，所以这已经被完全断开了，左边也还牵着手棋。 嗯， 嗯，这个挡是不能下的。实战选择是虎。嗯嗯，虎就是反击了，这个地方肯定是要反击。其实是有两种下法啊，一种是虎，一种提啊。嗯，我觉得提也是可以考虑的。嗯，黑棋挡，黑棋也只能挡。嗯，像白棋还是前面说的抢到这个，这步棋其实是很大的。嗯，可以把黑棋完全封进去，黑棋还在后面下面后手做活。嗯，如果不走的话，白棋无论是点还是拖，黑棋的眼位都是有问题。哦，嗯、拖黑棋白棋可以藏进去。嗯，如果黑棋在下面，嗯，后手做活的话，我觉得白棋还不错。白棋，由于这边的后了，将来再在上面掏的话，没有什么顾忌。嗯，当然实战陈耀烨也是跟他的棋风有关啊，这两步棋。先捞取实惠，把左边这三个子、嗯、弄进去。嗯，但是这个地方味道有一点不太好。嗯，这好像一虎。嗯，虎白的是只能吃了沾上啊，这边隐隐的有一点不干净的地方。嗯，这个后面的进程我们也可以也可以看到啊。嗯，可以去跳。嗯，白棋现在点过来。嗯，这个形象挺有意思的，我一般看见的次序都是白棋点然后黑棋跳。嗯，对，白棋在跳。嗯，现在呢等于白棋嗯也算是一种攻击。对，也是走到这儿了。这感觉有点像后脑勺的一棍子。是，他如果往中间走的话，嗯，黑棋一贴的话，黑棋不仅活了，而且目数很大。嗯，这个白棋有点不好，不能接受吧？嗯，就将来再被拖一下，不舒服。嗯，难以忍受。所以白棋这个时候是盯着黑棋不放。嗯，但是黑的头在外边。嗯，接下来崔振汉这步棋是。
算是很卓越的感觉吧。嗯，这个时候你如果这样的跳，傻跳是白棋最希望的，白棋跟着跳出来，这样就顺势进入黑阵了。对，这个我们前面说的黑棋最怕形成的就是这样。嗯，右边的一道势力被白棋缓缓的侵入，这个效率就不太高啊。这步棋呢，白棋他看你白棋从这里出头，嗯，白棋如果出来的话，黑棋的下巴很多就可以抗了。这张黑棋拖白棋是很难受的，就是白棋似乎只能搬里边吧。搬里边的话黑棋寸，这个可以也可以先拖啊，这是必须要补的。嗯，这样的话黑棋下面就已经做活了。如果一旦成活的话，我们看这两棋的交换，这个白棋亏大了。对，对吧？嗯，这步棋就一点用处没有，而黑棋这是绝好点。嗯，那如果你要是从这边走的话，这个自身是有毛病的。这个上面是牵着断点的，对，黑棋可以再出头，这样白的自身也很薄弱，这个无法对黑棋进行有效的攻击，嗯，所以说这步棋是让白棋有一些不舒服，嗯，显白的，这步棋就有点原形毕露的感觉了，这样也，扫堂腿，他就是为他，确实是很给我们面子的。这两个棋啊，全都是在黑棋，当然这个地方确实是也是差不多该进来了。如果再在外面走一走的话，黑棋很容易实地化。如果实地化的话，我觉得这个转换，对比应该就白棋明显亏了。嗯，深入到这个位置了，这个点也是让黑棋挺难受的。嗯，镇住，镇住。这都是腾挪的常见手段。对。这样的话呢，白棋在黑阵中就凭空制造出了一个劫。感觉白棋还是挺成功的吧。嗯，虽然黑的也没有什么脾气，对，黑棋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嗯，这是陈阳业比较厉害的地方，他能总是能在最好的时机进入到你想围又没有围成的那个空里面。我们来看白棋拖一个倒劫，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找太损的劫，像这种靠啊或者这种靠都是损劫。对，因为这个劫对于白棋很轻，对，白棋比较轻。黑棋如果吃的话，白棋一般它本来就是你的空嘛。其实你现在不过就在空里面走一手棋，围得更厚实一点。黑棋肯定也没有这么容易让白棋如愿。黑棋也不能找损棋。对。这个双方在这个节上展开了勾心斗角，后面也是很精彩的围绕这个节。加一个很舒服啊。对，加一个是让黑棋有点难受。黑棋先拷问你。如果像实战这样立的话呢，就白棋是白来的。基本上木薯也填一个，劫材也找了。如果黑棋缩在里面的话，其实也对白棋来说反而还多了扳呢，尖或者做眼的那些手段。所以黑棋也没有办法，没脾气。被搓到一下。然后黑棋粘一个挡箭，这个是让白棋难受的地方。你看起来这不粘把自己走成一团。但是它其实粘比虎可能更有味道，虎的话白棋打完粘上。黑棋这边有可能能出一点小棋，但是不一定便宜，就会很伤这边。他现在粘，白的挺粘很好的棋技。主要问题就是，由于左上现在感觉黑棋会有很多的劫材，因为这个劫呢，白棋打起来就很累。这个，所以说，
黑棋也是挺强硬的吧。这个劫是一定要撑住的。嗯，上白棋靠了一个找劫。嗯，黑的退。嗯，白的提。白的提。嗯，黑的现在搬了一个。黑的搬。嗯嗯，黑棋当然是可以继续找劫，这个没有问题。嗯，然后提，这样的话白棋有可能从这粘出来。虽然说尖一个是有可能，黑棋如果是现在有点不肯拖啊。对，你现在拖的话就味道彻底迈进了。对，还有这样劫也有可能打不过。对，而且问题还确实是就是跟这个劫有关，黑棋当然可以这样的手段做活。嗯，但这样白棋走后了之后，黑棋劫材就很难找。相反的，白棋一旦这种打上来的话，这个靠这种致命的劫材会让黑棋没有什么招架的办法。嗯，崔振汉也是一个很硬朗的小伙，这直接头给你搬过来。嗯，这个也是这个地方黑棋不走，黑棋走是吃不掉白棋的。嗯，如果接上的话白棋冲出来，嗯，味道很坏。嗯，但是你不走的话白棋走，白棋也不能说想活就能活。嗯，这个挺有意思的。崔泽汉太毒了，太狠了。嗯，但是我总觉得有点风险啊，黑棋。啊，风险肯定会有的。这个，嗯，两个这么高的高手下，不可能没有完全没有风险的就能把对方击溃。所以说这个勇气，我觉得可能更为重要。要是你的话，你会想下来这儿吗？嗯，有点想，因为这个时候对于黑棋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好棋走。嗯嗯，但这一下还没有，如果你找劫的话白棋再尖出来黑棋还是难受。嗯，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这个劫就当我赢了是吧。嗯，然后白棋，白棋冲出。嗯，黑的提。白棋搬，唱。嗯，白的提，黑的找劫。嗯，白的粘上，黑的提。对，白的，白棋贴。嗯，这几步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双方必然吧，可以算是。嗯，都在找劫材。嗯，黑棋拐，这不拐挺妖的。妖吗？嗯，挺妖的。我觉得有点损。嗯，为什么损呢？是这样，白棋是靠了一个，我觉得这边的味道都已经没有了。嗯，其实是还有味道啊。哦。嗯，你其实往后再看几步，还是它还是有点味道。这地方是有挖吗？对，它本身是挖白的挡。嗯。这样白的是只能占这个。嗯。黑的断。嗯，白的吃回。嗯，暂时可能看不到棋，但如果，如果这个地方黑棋能刺到一下的话，嗯，这下面就要出事儿。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一下。我这算我打掉吧。算你打掉啊。嗯。刺两下，我出棋的方法应该挺多的。哦。如果就算最简单的冲了，接上。啊，这个手法太俗啊！我觉得这段打粘上黑棋这一冲，这个地方白棋肯定是要跟黑棋揉搓。嗯嗯，已经不好走了。如果你挡，我一搬就已经搬过了。用什么力？力的话，我可能还想挡下来。哟，这样的话白棋很惨的。就全部被收紧了。哦，这个被吸子了。嗯，这个黑棋的锁的不仅仅是木数那么简单。嗯，这外面如果这么厚的话，不要说还有劫材的关系。嗯，是白棋自己一个人都没有地方可以跑。嗯，所以说这个下边黑棋是还是很有味道，很有味道的。嗯，
但他如果不拐这一下，很多棋就是走不到。嗯嗯，所以说这个，因为拐如果白棋硬在下面，这个白棋气是紧的。哦。就将来如果尖完这，就如果形成劫的话，这一手其实是带响的。嗯嗯。所以说这个地方，先拷问白棋。嗯。白棋顶住了。嗯。然后黑的把这劫踢过来。嗯。白棋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眼见的好劫材了。哦。实战是走到这儿。挺妖的一步棋。嗯。黑棋在下边呢，也没什么棋好走。如果走的话，可能也就是战局了。如果断的话，白棋提，黑棋还是没棋走。嗯，这个还是有劫。嗯，反而有个这样子交换呢，白棋轻了很多。嗯，对吧？嗯，所以说呢，黑棋这个时候也不想走在里面。嗯。是占黑的。嗯。分段。小分段。嗯。白的提，嗯，啊，这一靠我的头都大了，头有点大，是吧？这个劫现在是这样的，嗯，黑棋可以接着找劫，嗯，黑棋，但是这边其实是它下个劫不太好找，会很损，嗯，要不然就是损，要不然就是卖味道。嗯哦，比如前面说的这个点，它后面也是用点做结了。嗯，点白的就可能就是这么唬住。嗯，这样的话，你交换这手棋，这边再找结就还是有，但是可能只能最多再找到两个了。哦，这样的话呢，白棋是有结的，白棋这种靠都是结啊、嗯，都是结。嗯，所以说呢，黑棋是不想先把这边的味道给卖掉，对，先留一些让白棋看不清的东西。嗯，就反正你也不会粘结的，你粘完之后，黑棋粘，这白棋有可能粘一手把自己粘死了。嗯，对，千万要注意这个地方不能随便粘、嗯，因为这下面应该是只有半只眼。嗯，白棋虎的话，黑棋就不走，白棋也做出两个眼，啊，白棋如果做的话，黑棋，啊，黑棋点的。嗯。如果白棋走这个的话，黑棋是可以点点，点完拐，点完就还是猴猴就可以啊，拐也可以。嗯，这地方白棋只有半只眼。嗯，你上面想先手做一个眼，还是挺有难度的。嗯，你要注意的是黑棋这边还有先手。嗯，对，黑棋其实是挺厚的。嗯，既然你不能粘呢，我就为什么不能先放着？那实战陈耀烨也没有再在这边硬了。嗯，把这个黑棋提，黑棋打，黑棋提，嗯，然后白棋再提，这个地方感觉上白棋下的非常好啊，这两步棋。哦，他这不打。一个是找劫，一个是问黑棋的应手。嗯，那黑棋呢？实在是提在这儿的。你当然，你确实是黑棋还能用在别的地方吗？你确实，如果接的话，这太丑陋了，这被打一下。嗯、对呀、啊。啊、嗯，但提有一个问题。哦、嗯。就是白棋提的时候，黑棋，不好走了已经。嗯，不能粘上吗？粘很想粘，所以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啊。哦，一实战呢是还没有粘，是先找的劫。嗯，然后白的补住。嗯，然后黑的黑棋提。嗯，白棋长。嗯，黑棋接。只能粘住。嗯，白棋提。这个时候呢，黑棋是粘住啊。嗯。粘住了，我们先看实战，实战白棋冲。黑的现在。黑的现在如果打，白棋断掉。白棋断了。嗯。嗯。这个黑棋是很危险的，因为下面棋很紧。嗯。嗯，冲出来的话，外面也是拿不住白棋。哦。嗯。这样黑棋有可能面临崩溃。哦。嗯。他实战呢？
实战就接上了。嗯，接上的话白棋打，这个大家可能都看明白了。嗯，白棋是很巧妙的通过这一吃生出了这一长的先生。嗯，然后这冲等于这个结一手棋他就无条件获胜了。啊，那黑的这个损失很惨重啊。对，所以我觉得黑棋肯定是有些问题。嗯，黑棋为什么要粘结呢？就是这个时候不能再粘了。对，他为什么不能再找结？他可能是觉得这边结不好找。嗯，我觉得不好找也得找吧。这个翻一个，黑棋提回来，一旦提回来的话，白棋去哪找结也是个问题。靠一个不是结吗？那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黑就可以粘结了。这样的话，黑棋比前面强很多，那白棋在这好一手棋、哦、对，等于是这步棋跟这步棋交换。嗯，这样的话黑棋显然便宜，黑棋这还没有顶出来，不是说你走了这张手棋就安定了。哦、嗯、黑棋可以先搬下来。嗯，然后将来伺机这一顶。嗯，而这一搬其实是不太亏的，下一手正好有一冲，这个搬完冲本来就是挺舒服的一手棋。嗯，这我已经挡不住了。嗯，如果挡，大家看一下，嗯、我只能粘上。然后自己铺。嗯，铺完这个时候再铺这个，是好次序啊。这个地方已经出事了。大家只能提，这样被一滚一滚，就剩一口气了。嗯、一滚一滚的死掉了。对。嗯，所以我很不理解的是，黑棋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找劫？因为实战。等于被白棋打白白打到一下，而且还做活了，是这样消解，当然是白棋很舒服了。嗯，但是跟实战的那样提在下面其实没有差太多。但是重要的是插出一手棋，对，外面一手棋啊。嗯，所以黑棋这步粘我是非常的费解。嗯，按理说他不可能是没看见这个吃，这个太简单了。对啊，但他是什么地方想的跟我们不一样？哇，这个有空会很大。这个好像是直接中了白棋的计了。嗯，这个结打完，嗯，整个战役就算结束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白还是白棋成功了。嗯，这个在黑棋阵中能够活得这么愉快，这么活得很干净，这点就团住。嗯，应该还是白棋成功了。嗯，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下形势。黑棋现在把这个搬下来，形势的话呢，白棋这块棋大概就三目棋。嗯，嗯，这边是七目左右吧，这两块十目。嗯，左上这一块应该是二十目弱一点。嗯嗯，接近二十目。三十这块十目强，是，嗯，这样的话白棋是四十目强。嗯，四十目强的话，黑棋呢，所有的东西全是在右下这一个大方阵里面。嗯嗯，黑棋作为黑棋来说是要围出五十目，哦，五十目跟白棋抗衡。嗯嗯，其实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嗯，毕竟这个有点太大了。对，但是我觉得进行到这儿，应该还是至少作为陈耀烨来说还是比较开心的吧。看到这个局面，嗯，他现在可以专心干他最喜欢的事儿，嗯，就是怎么洗进去。对，怎么把这个方阵啊。嗯。嗯，这个空间还是有点辽阔的。嗯，是粘。嗯，打那个，啊，然后黑的逼住。嗯，黑的逼住。来了，往里爬。嗯，这个爬是给了黑一个妥协的机会。嗯嗯。嗯，最狠的就是直接跳出来。嗯，直接跳出来就有点不给对方活路的感觉啊。嗯，就是如果不要洗光了，对，白棋如果能把这一块就全部从里面洗出来的话，黑棋应该是，嗯，怎么样时空都很能够。嗯嗯，但是他爬也有他爬的用意，就是爬是先试你的硬手，看你如果硬的话是退还是搬。嗯，
这个地方是有点区别的。嗯嗯，如果干的话，它再调。交换着这一下，黑下面这个形状就是薄，对，有点薄。对，您可以看白棋是靠下来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嗯，这个气你不能乱动。哦，那如果黑退的话，就给先给白棋掩位了。白棋可能不一定要跳了，有可能是用顶。嗯嗯，顶你如果要强杀，嗯，这样的话白棋掩位先便宜了。嗯，那将来出头不见得跳到这儿，可以跳到这儿或者是搬。嗯，所以说呢，这个爬，但这个爬。黑是给黑妥协机会，黑棋实战选择了扳住啊，扳住，让白棋活一点。嗯，然后扳，打，打掉了，这下也打掉了。嗯，这样白棋活了，嗯，白棋活了，黑棋吃在这儿，这个吃补得很舒服啊。嗯，但我觉得这个局部白的先手活一个角也可以满意了吧？嗯，这个嗯满不满意呢？一个还是得看判断。嗯，我们得看一下，因为我们前面说的黑棋这块棋要围五十目。嗯，现在呢，白棋活个五目棋，黑的这块棋要围五十五目。嗯，围五十五目有没有可能呢？回棋你来。判断判断，数一数。我觉得我判断完了，可能也是没有用的。如果说啊，我们算怎么说呢？算白棋掉到这一线吧。嗯。黑棋围住。围住。啊。你还要围那么大？我小了。是我搬呢？我小了，围在这儿。就是。啊，就我们差不多点嘛。先这么看一看啊，嗯，你数吧。我这边我是不是还能再便宜你两下来？这边确实啊。白棋，嗯，跳一个。你好像也治不住我呀。黑棋治不住啊，黑棋大概只能，是不是就只能这一类的？那我们先算这样吧。但其实这样，白棋还挺舒服的。嗯。有一个问题在于，白棋现在这个地方多个半个眼。嗯，对。这半个眼有什么用呢？就是如果你没有眼的话。比如说是这个形状，嗯，上面的木差别非常的大，嗯，黑棋可以先搬一下，顺手，嗯，点先收这块吧，哦，先揉给你这块，然后呢，这不是不用搬了，啊，哦，不用搬了，就刺一下，嗯，那尖一下，然后这个打就是有弦位了，哦，变成了先手，这一家 不走一家去打这活啊，嗯，这个木数就差别非常大了，白棋如果做活的话。嗯嗯，这边这步挡应该大概先手得个五目，嗯，四五目吧，嗯，然后这块棋就收回去了，嗯，所以说呢，如果白棋上面能够先手做一个眼，这个收获非常大，嗯，那我们因为是要判断形势，就先姑且，嗯，看成这样，嗯，可以现在数黑棋的目了，黑棋。你默默的数是吧？对，我默默的数吧。好，我怕用手点出来遭到你的质疑。嗯，这边是这样的打。看看你数的跟我数的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有个五十七八目。应该不止吧？不止啊，全都围上，应该有六十目以上吧？哦，我是觉得有点薄，看起来。但我们就是算，说我们算目就先算都围上啊，都围上，围到这一线吗？哦，嗯，这样。对，应该是有六十目以上。嗯，看来咱俩的判断真的有很大的差别。要不然你用手数一数吧。我输了。这个，嗯，这算到这一线吗？算的有点多吧。啊，其实我对我没有算到这一线，嗯，我是算这十目。十、十一、十二、十三嘛。嗯。十三、十四、二十四、二十六、三十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十六、四八、五十、五二、五四、五六、五八、六十、六一、六二、六十三。这么多。大概是六十三目，但如果算这一线，六十三目的话，白棋前面是四十目强加四十五、四十。白棋接近五十目，嗯，
黑棋六分强，那局然这样的话，胜负也不好说。嗯，白棋这个地方大概增了有两三目。嗯，如果就算简单的差，这个地方其实如果这么说的话，黑棋还挺惨的。嗯，对啊，有可能被扳一下、打一下、顶一下、再挡一下，然后这个跳起来，白的都是目了。嗯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当然黑棋的目数其实围上还是挺多的啊。嗯，但是我觉得胜负关键还是中间这个地方的定型。嗯，这个地方定型好坏差别非常大，所以说你说前面我要围在这儿，对吧？你说围在太过分了，但确实我缩一步，缩的不可能不仅仅就是眼前的这一步，这有可能这全是归白棋的了，外面。对对对。接下来我们看实战，白棋是扳的，真是狠了。嗯。黑的大，嗯，黑的只能打吧。对，然后吃，靠，嗯，这个手法看起来挺俗的，但是他追求的是实用性，他要求把这两个子连回来。如果连回来的话，黑棋岂不是都没有空了中间？嗯，对。如果连回来的话，黑棋就前面、嗯、就前面点了超过六十目嘛，现在如果。嗯，只是数下面的目，可能也就是四十目都不见得有。嗯。但是黑棋呢？先了一个。嗯。就我们前面说，小崔的棋现在也跟以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嗯、它变得更有韧性，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就往往的胜负取决于一个局部的攻杀。嗯。因为陈阳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嗯，腾挪呀，防守都很强，对，出攻很强的。如果说，一个局部攻防，小崔失败了，有可能这台棋就再没有机会了。嗯，但是他现在呢，很多地方，尤其是后半盘，嗯，他更有韧劲儿，更有韧劲儿了。对，而且他也不怕守关。对，崔振汉的关子后半盘非常好，嗯，因为我有印象，他最近联赛有一盘赢陈耀烨，嗯，就是后半盘。依靠后半盘，对，依靠后半盘，本来是可能药业稍微好一点，嗯，好一点的西棋，最后就被小崔收赢了。嗯，其实这么说的话，陈耀烨也是后半盘很强的。对对对，嗯，他很擅长这种收束的局面。对，看来小崔确实有长了。嗯，闪黑的扳了一个，使出了你这一招。嗯，这个张黑棋。就说明他本身走的话他也是这么走，嗯，所以刚才更应该跟他打劫了。对，就不明白为什么啊、嗯、当时黑棋不找这个很舒服我们绝好的劫材，我觉得是、冲下来，这步棋目数很大，嗯，而且自己吃就吃了十多目，嗯，而且把自己走后了，嗯，然后枪也见，黑的飞，嗯，这不飞真是欺负到脸上了。这我很想反击，我这个可能是性格比较刚烈，搬进去能我堵住，嗯，吃，正常来说你是应该只能走上面吧，长或者拐，那白棋如果说单纯做活应该没有问题啊，黑的不是落空了吗？真的接完黑棋白棋算了，嗯，不过我觉得可能黑棋也是有可能就想这么定型吧。嗯，真的吗？那我扳你还有什么办法呢？我能不能靠一个？靠一个？嗯，意欲何为？你猜？靠我挖你。那我是不是便宜了呀？你走两步，你不走我怎么占便宜？退一个便宜吗？有可能，你是下手要求冲下来对吧？对啊，如果你吃我打回来，你肯定不便宜。嗯，你冲下来有没有啊？有的可能性。嗯，这个，但是感觉上白棋不太怕。不怕。这样我如果活在这儿的话，这下面很起。有起吗？冲。嗯，有点，黑的现在只能从这儿打，嗯，然后力还是尖，就算力吧，力，
嗯，不行，还是得见。因为利益被白棋靠住，黑的应该要死。这样有些。好像不会出大问题，黑的现在只能靠加。但加被这一打，加首先白的就打个打，打黑的做绝，白就算撤回去没有大问题。嗯，我反正我感觉，白棋是有反击的心情。嗯。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地方有关系。哦。嗯，我们先看实战吧。实战陈耀烨是忍耐啊，觉得这一下没什么大不了，被搓了一下脸，搓了一下脸。耀烨是这样的，你只要不伤及到他目数，搓也就搓了，这个不重要，面子没那么重要。嗯，现在黑的便宜了几下之后，这边都有先手了。嗯，然后黑棋就终于上招了，出招了，这个地方还真是挺严厉的啊。嗯，我在想耀烨会不会是没有注意，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我们先看这一挖，首先这个地方黑棋要断白棋，是要靠挖的。如果你从这边挖，接当然接不住我这一刀打出来了。嗯，你现在吃，白棋提。现在我白棋，然后再打，这样的话就一个。生死劫，这个劫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白棋这一跑，你往哪打？啊，不对，往这儿打呀，打这个，对啊，打完提这个，这样的话，黑棋如果粘上，白棋长，这个就算是成功的破解了，如果黑棋退，对，这个是一个劫，这个劫的话，白棋现在这个地方跑出来，应该是有。多个劫材，很多很多的劫材，黑棋应该是打不赢，那这么说，所以说他这个时候挖这个是唯一的断白棋的办法，就不给白棋打劫的机会，白棋现在从这儿吃的话，黑棋也是实战就从这儿吃，可能是接上了，并不是挖吃给你打劫的机会，我觉得现在这个挖陈耀烨应该不会看不见吧，他是不是没看见黑的尖完了挖，尖是尖过了，靠的时候就尖过了，对，就是说靠的时候他没有想到黑棋有这个，但如果他注意到了的话，他这个尖至少是不应该走的，他应该有所防备，现在我们需要研究，我们还是相信他是看到的吧，对，这个地方确实还是没那么简单，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就是黑棋上边那块棋的死活。白棋实战是尖，对。这又有一大截出来了。这个尖是这样子的。嗯。如果不尖，如果跳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嗯。黑棋尖，白棋只能，黑棋不用尖，因为白团先手，黑的应该是尖这个。嗯。这样的话，上面是先手一个眼，先手一个眼，嗯、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眼，黑棋是活棋。嗯，如果白棋尖这个，这个也简单，黑的应该是病吧。嗯，白的吃回去。黑棋跳出来，这个好像应该是白棋不行啊。嗯，冲断应该是死了。嗯，这样白棋连，这样白棋肯定死了，这棋还先手。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黑棋应该还是跟这步棋有关系。嗯，让它冲下来，它这个地方已经有了接应。嗯，它其实走这步棋就是瞄准着，很阴险啊。嗯，很阴险。嗯，当然，陈耀烨也是没那么容易就被击溃的啊。现在他用了这一尖。嗯，这一尖的问题。这尖确实是好棋啊，嗯，如果黑棋接上，白棋再尖，黑棋还是用这一招，嗯，然后白棋现在吃，嗯，黑棋跳的时候，由于有了这一下，白棋是不会冲了，是从这尖，嗯，
黑棋接上。好，白棋这个可能还是要接在这儿。这呢？白棋要接在这儿。有关系，对，翻个眼。这样。还是接在这儿，不好意思。这样黑的，黑的打，黑的可以打一下，白的只能接。嗯。如果提的话，黑的这个挤就成先手。嗯。接完打了这个，但只能接。黑的这个先手好像是不是没有用啊？黑的这个地方有个先手。还是有用。他。死了。你不要把一个这么脆的死吧。我有点不太适应。给你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好吧，谢谢。就是说黑的这个先手是没有用的。嗯。因为你本来是要这样的，本来是顶完一下做上面这个眼。嗯，但你现在这个眼做不出来，对吧？我就是给你一个展示自我风采的机会。我想过可能会死，但没想到死得这么脆。所以说呢，白棋尖到这一下，黑棋就活不了。嗯，可以这么说吧。嗯，这样黑棋只能跳。然后白棋出局，真的是手残啊！啊，白棋没有扑劫，扑劫是有点损的，因为这个如果黑棋现在自己粘的话，这个地方还有个冲的味道，黑的下面肯定是，如果扑完等于白送这个子，这个时候一个这个子的价值非常大，高手好像对双方之间的这些变化、这些用意好像都很清楚。对对，嗯，这个所以高手之间往往是惺惺相惜的，而且不太容易出现那种就是一下子就崩盘的局面。对对，是这样的啊、这个所以棋才好看嘛。嗯没错。黑棋是爬，我们看一下打劫吧。这个白棋的问题在于这个跑，虽然这个地方有很多劫材。但是真心很损啊。黑的吃，白的走，黑棋也有劫材啊，比较愉快的劫材。提，这样白棋要跑。黑棋提，黑这个地方意外的有四个劫材，白棋主要是每一下都特别损。对。黑棋可以先专心的在这边找劫。等白棋损成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劫即便白棋打赢，这作为黑棋来说也没那么痛啊。黑棋还有很好的劫材，就是这一靠。这本身这边就是走的话，靠一个就让白棋很难受。白棋只能挖，黑棋提劫，白的这快，快着，快没了。已经穷尽了。黑的打。好像这么看，白棋确实本身就比较打得过吗？这黑棋这个地方还有劫材啊？这是劫材吗？对，黑棋这个地方走的话，这一靠是好，就是局部好手。哦。这靠完再一靠，这个地方，收官也是本身就是这么下的。所以看来白棋直接打劫确实困难。而且这确实你跑成这样的话，你这个劫即便打赢，黑棋外面，比如说就算走这两手。白棋是不是能够就一定够呢？可能也是问题。这边损好多。对，这个提的娘都不认识了。就是你刚才说高手之间是惺惺相惜的。嗯，那么你最喜欢对上什么样的选手，什么样的棋手？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比如说像陈耀烨和崔泽汉这两个风格，你会选择哪一个？我是比较跟崔泽汉是有点感情的，因为我第一次进世界比赛的四强是英式杯，08年的英式杯，
当时就是跟他下的半决赛，嗯，那一场半决赛是跟米尔输了，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因为我之前备战看了他很多的棋，嗯，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可爱的棋手啊，可爱在什么地方？可爱在棋上，啊、就是他的棋真的是很不一样啊，跟其他棋手的思路很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当然他那个时候跟现在还是有所不同的，嗯，他那个的棋就是非常的直接，啊，嗯，他不会像一般人一样，可能会有很多局面，嗯，不一定是一定要那么直啊，有时候可以曲线救国嘛，嗯，但他的棋就是一根筋，我当时想直直的就冲上去了，对，我当时想怎么还能有这么一根筋的棋手呢？憨直啊，所以说我当时跟他下的时候，嗯，说实话就有点意气用事。哦，因为说，那你是顶着对方的最强项冲上去了。对，尤其是第二盘，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当时啊、中盘的时候，嗯，时候形势比较好，有选择性的，嗯，一个是把自己的大龙做活，嗯，那样的话，是应该就是明显我的白棋优势，嗯，但当时有点就是真的是想，一定要在你的最强项击溃，然后。选择先把他一条边拿下。嗯，我全盘已经大转换啊、我全盘不是大转换。嗯，我全盘已经破百了。嗯，我只要把那块棋活出来就会赢很多啊。嗯，最后的胜负就取决那块棋的死活上。嗯，然后确实是最后被他的直接打败了。因为是，但是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嗯、确实是可以活得起自己的。而且确实是你这个备战也很可爱啊。嗯当时已经知道对方的优点，已经知道对方这个必杀技在什么地方了，嗯、你还是迎刃而上、啊。对，你也很有趣、啊嗯。但是相对来说呢，跟药业下的话，就会觉得挺辛苦的。嗯、他是不会跟你这么硬着来啊。嗯。但他的棋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思路。嗯。就是你，只要不涉及到他，嗯，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说这一点，嗯，搓一下脸，啊、嗯，搓一下脸，嗯，这么说他听见可能不高兴，啊、哦，他其实白棋是有从心情上嘛，第一感就很想反击啊、嗯，但是他就是默默承受，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没有那么重要，嗯，就是可以忍的地方他是可以忍的，嗯、但是有的地方，他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嗯，就还是他的棋路。大丈夫能屈能伸、嗯，他的棋路还是一般人跟他下还是会挺难受的。哦、嗯，因为他没有特别弱的地方，是吧？对，是这样的。嗯，那如果让你挑选的话，你现在就不说他们两个吧，嗯、就是说现在的棋坛，你想要挑一位对手的话，你最喜欢跟谁对谈呢？我挺多的吧，但我可能还是鼓励吧。因为跟古力这个感情就更不一样了。对，我们两个人是93年认识的，嗯，93年已经整整20年了，哇！啊，然后95年同一年定的段，他比我年纪大一些，但是是95年一块定的段，然后97年我到国家少年队开始，就一直是在一块生活。一块训练、那确实感情是不一般的。对，一块踢球，一块喝酒，就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嗯，也就是不光对棋，对人你们应该也是互相非常了解的。对，所以说，我想，冠军之路这个节目大家可能都很期待。因为常老师这个常哥他这一期确实非常精彩。嗯，但是大家也在呼唤呢，常哥这个是快要到尾声了啊。嗯，接下来下一位呢？我们还没有确定，但是我比较希望可能如果古力有时间的话请他来做。嗯。啊，如果是他来做的话我就拼了。我就亲自上阵了。亲自上阵。然后跟他因为毕竟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可能能讲出一些比起他的跟我没关系他的一些心路吧。希望大家到时候呢能够关注。嗯。其实常老师这几期我都有看，都非常精彩。对，这个我已经是吧？本来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分管的，但是我已经看完之后觉得不行，这么好的节目一定要他亲自
他亲自负责。嗯，陈老师和王老师两位真的是口才非常好。对对、嗯，真的是能把那些感情、那些故事都聊出来。嗯，对对，希望大家多关注《冠军之路》啊。嗯，人家还没说让给你呢，你就已经先当成自己的了。嗯嗯，我听见我们编导说，他说没让给你呢。啊，好吧。好。嗯、我们看一下，先来看这个棋，别扯得太远啊。其实还没远呢。嗯，白棋是没有直接开棋啊，是在这个地方淡淡的掉一个。这个棋啊，它是有用意的。嗯，它希望黑在这边走，是希望黑在这儿走。这是什么意思？这不还有打劫吗？对啊。他意思是你如果一旦在这儿走他再扑劫的话，不管这个打劫谁输谁赢，这俩双方都白棋便宜。对对对。嗯，但黑棋不会那么轻易回头啊。这也太傻了。因为现在是爬。嗯。这个爬我就还是想说白棋这步棋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问题的嫌疑。嗯。这个黑棋啊如果没有这一步看看是什么样、嗯、是这样的。这边可能一个先手都没有。嗯。对吧。嗯。但现在呢由于有个这个交换，这一靠你得挖，嗯，这一打，这好像感觉无形中这个子已经被分割在外面了，嗯，你怎么连呀？确实，嗯，这样看的话，这两步损了呀，嗯，所以说嘛，白棋也是走完这步，可能发现连又不那么好连，嗯，然后打。嗯，打黑棋是契合的班棋啊。黑棋粘上不肯。黑棋粘，我可能他应该是有计算的吧？好像如果白棋退的话，有可能跟这下有关系吗？嗯，还是跳跳。嗯，就是黑棋这边有可能什么都走不到。嗯。哦。所以黑棋实战也是奋而反击，班棋，他觉得现在只要把这边全都。全都弄进去，这个这左边这点目数不太重要。嗯嗯，白的扑劫了。嗯，白棋扑劫，终于来了。嗯，是该来的总要来。嗯，这个是先找不损的劫。嗯，这个跑还是轻易的不能下出手，不能下出手。白的踢回来。嗯，一打。这个打你不觉得总是打的就职业一点吗？崔德汉就不玩这些了，这直的就打掉算了。这个地方我跟你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嗯。如果你打这个白棋这个劫肯定会硬。嗯。然后你提的时候，嗯，一旦这个劫白棋不硬的时候，嗯，黑棋吃呢是就是当然吃肯定都会吃，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形状呢它有一些气，外面有一些味道。嗯，对对对。嗯，如果说嗯这个棋这盘棋可能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以后我们下棋的时候得注意这个细节。嗯嗯、对，这个地方还是有点专业性的。嗯，这吃在这儿就一看就上档次了。吃在这儿的话撕出来了。吃在这儿的话白棋咬硬不硬它就可以直接烧在这儿。嗯，那白棋呢硬劫呢是不能接的啊，接本身就打劫活了、嗯、这一般。对。嗯，白棋只能虎。嗯，这样黑棋同样是两个劫，这两个劫找的感觉。白的不敢不硬。对。直接一削削得很近，对，味道都没有。这个，当然小崔可能觉得一样无所谓，觉得一样啊。但是这个有点，接下来我们的东岳啊，嗯，东岳也是现在，渐渐的是要跟我们梦梦有一争雌雄的感觉，嗯、对、啊、对、啊，他们俩都有雌。然后东岳兄呢，最近是要推出一档新的。我们教学类的节目，嗯，就是叫做完美棋感养成记，嗯嗯，就是培养你的完美棋感，嗯、所以像这种地方呢以后可能都会属于它的领域、它的领域、嗯、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期待它的节目、嗯、啊对多多关注，嗯好的，我们看啊就是提回去提回来。
原来的大吃，原来的大吃，这个跑跑是轻易不能跑的，真的。如果跑完之后会这个节都变轻了啊，那个节都不重要的啊。嗯嗯，所以它实际上是大，但这样节菜就少了好多呀。嗯，我也在想，这样的话白棋还能逮过吗？这个节，这节，我这边来看，目前就是进行到这儿。嗯嗯，如果黑棋，我们来看一下白棋消绝之后的形势吧。嗯，一般，白棋应该是会提这个吧。这个地方黑棋现在，有一点薄位，就是冲，我不知道是什么状况，有可能被冲的七零八落的。这个黑棋挡不住吗？挡住被断了，要但黑棋现在可以退，退的话是确实已经七零八落了呀。你也不是那么哦，你这有先手可以扑，对，如果从这冲的话，这个地方先手有一扑啊。嗯。白棋挺阴险，只能从这儿冲的话，就可能是后手，黑棋可能会可以接在这儿。如果你断，它这个地方有一打是一尖是活棋。嗯，嗯，这白棋就算白棋提吧，嗯，这提也挺享受的。好大呀！嗯，这样的话判断一下吧。嗯，黑棋这边十二十四，三十四十五十，黑棋这。边应该是五十多目，但是有可能目数还会增长，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几个围在这儿，如果这个围上的话，可能快八十了。嗯，我刚才说五十多还是六十多？五十多是吧？嗯，确定吗？不是非常确定。六十目吧，这块大概六十目应该总有。嗯，但白棋的目数好像也有所增长，这个地方提成马蜂窝。嗯，嗯。五六七八十四，白棋也接近六十目了。这样其实黑棋确实，不见得乐观。嗯，这个角当然是很大了。嗯，但是这个题不仅仅是目数问题了，还有很多薄厚问题。嗯，嗯，像现在左边黑棋都要被白棋欺负。嗯，这个靠，我看也够呛啊。这白棋，可能就会从这儿挡了。Oh. 你冲怀这几个子，这我一家，跑都不好跑，那跑了也不便宜。这边黑棋都很薄，这是厚的好处啊。嗯，所以说黑棋这个劫他会不会找这个也不好说，他好像还没有下，是吧？还没有下。嗯。嗯，目前黑的靠了一个，黑的靠，嗯，这个靠的时机也非常的妖，药业也不能忍了，挡在这儿了，那挡在这儿的问题就在于黑这个接可能别人先手啊，嗯，就本身啊。本身你如果先接的话，就是白棋脱先，你再靠白棋挖，对啊，对吧？你现在先靠呢，白棋是不肯挖的，因为挖本身被靠到是先损。嗯嗯，你挡在这呢，虽然局部可能比较好，但是这就有可能被别人接先手。嗯，这黑棋是次序很巧妙。嗯，但是这个接可能会不是劫材，因为白棋现在黑棋提劫，白棋打。黑棋提，白棋提回来。这个接我觉得白棋肯定是会消劫的。黑棋冲，这就是转换。哦，你觉得黑棋很大是吧？嗯，对。但是有时候不要光注意别人大，你自己也可能不小。好吧。嗯，这样的话，吃的目数十六。二十多目，我觉得这样黑棋确实也不见得够。嗯，因为这角前面说吃掉的话，五六七十七，接近三十目，这样也很难讲。但总觉得本来白棋这有不少目的。嗯，这个时候双方他们肯定是比我们看得清楚啊。嗯，现在是考验黑棋的时刻了。嗯。
3:01，现在是我想想啊，9:30开始的，也下了好长时间了。嗯，你笑什么？我对人气有留言啊。现在看看有没有下棋啊？没有下棋，好像打了一下，然后踢过来。嗯，黑的现在看来是觉得粘一个不一定会硬了。黑现在就是本身啊、嗯、，A、B、C 都是劫材，就都是可以考虑的劫材。嗯，我看这个是多少目？60吧，这个还比这个稍大一点。这个30目多一点，这个是不到30目。嗯，这个呢，这个也不好计算，应该可能比这俩都大。嗯，但是他可能找哪个劫都不一定有把握。嗯，他现在绝对的劫材呢，这边肯定是找得出来，但是他是不是找哪个都损？他比如说这种冲，嗯，这种病，嗯，都损。嗯，因为我们说的本来这个尖是有先手位的。对，但尖又不能当成劫材。嗯，因为白棋会消劫。你扑的时候他就从下面打，这个目数并不大、嗯、只不过是在一般情况下是先手。嗯，但他找这样的劫材非常损，就是你冲一下，这很卖味道的。嗯，所以说黑棋现在是面临抉择。实战黑棋选择了一个损劫，盯了一个，盯了一个、哦嗯、他还是觉得这个劫一定要赢。嗯，提回来，然后白棋搬了一个。哦，是这样子。这个搬，黑棋当然是硬，还是可以再硬一波，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劫。嗯，嗯，会硬吗？感觉还是想尝一下。嗯。嗯，反正病都病了，就打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打一下，提回来。白棋是不是真的油尽灯枯啊？如果只能贴，黑棋消劫。这个这如果这么围上的话，我直觉白棋是不会够的。嗯，这前面说的这个地方，嗯，没眼之后，上面白棋这两块棋都要被蹂躏。对。哦。那看现在好像没有落子。目前行，摆回原样。嗯，我看棋友有说，单口的话，张宗岳不错，真心不错。宗岳是真有这方面的才能。嗯、从小就讲段子长大的。哎，我现在有个问题。嗯。接渡空。哦，好像是这样子的。黑棋打吃不是劫材，黑棋不是劫材吗？黑棋打吃，我们白棋还是不硬。哦、对。虽然说病，为什么白棋就不能不硬了？是不是因为病黑棋可以接住？这样接住白棋粘呢？粘我。这样你的收获也不大呀。对呀、啊。那黑棋这个病是劫材吗？要不给大家判断一下。嗯，我把这劫消了。我觉得，因为我们前面说这个尖不是劫材、嗯、那现在等于是跟尖差不多一个差不多的意思，就是黑棋前面这个子放在这儿，现在放在这儿。嗯，白色不会吃那个，这应该不算大了。嗯，白的提吧，嗯，还是提。嗯，这样我不太看好黑棋啊。嗯，我也觉得白棋还不错。这个目数应该是不到20目。嗯，
可能二十亩左右吧、嗯、但它确实是比其他这几个节拍走完之后厚很多，嗯，但是毕竟这个其实要靠木数有限，嗯，你来给大家判断一下，这样白的还是六九十十四，嗯，二十二二十七，这两个子算他跑还是不跑？我觉得应该不能算跑，跑不太出来。嗯，你跑完你这个地方欠了段，你冲完我扎完打完，你这两块棋有可能连在一起死的感觉。但是如果先算跑不出来的话，嗯，刚才是多少？十四、二十二、二十七，嗯，三十七、三十九、四一、四三，白棋有五十多目。嗯，五十多目，黑棋这边折在五六七八九十目，十二十四十二十八二十，不太像够的样子，不能够、啊、嗯，这样黑棋有点困难。陈阳爷为什么要应劫呢？嗯，这是一个问题啊。嗯，还是觉得他觉得这个劫在他的掌控之内，他觉得他能打赢。我觉得不是觉得能打赢，可能觉得打输也无所谓。哦，这样实战黑棋是消劫，白棋虎啊、嗯，他的意图是跟打都不打一下吗？打不着，如果打的话，黑棋飞住。这黑的不能够吧？你平，我贴。就围住，有点难受。这我这已经多了十几目了，我把这个踢掉。不能光看你自己，啊，不说这个。这样你这边被我一阵收，嗯，啊、嗯，我收成这样，算你收到了。你知道这把黑棋有多大吗？不太清楚，你来给大家点一点。这个棋真的，还有什么？就是我说这个打不如打这儿、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这样提的话，白棋是可以考虑立在这儿的啊、嗯嗯、但本身是亏两目，就是一旦这拐你挡不住啊、嗯、或者味道不好的时候、嗯、白棋有可能立在这儿，嗯，你先打这个呢就没有白棋立在这儿的可能性，白棋只能走这儿，嗯，哇，不应该反复瞧在这儿，对，像十十一这张算黑的这么打一下，嗯，十十二十四十七十八九，二十二一二，三十二三三五四十五四十八十五目，嗯，白棋呢？八十五目，黑棋全班可能接近九十目了，这么多？嗯，十五二十五，三十五目，白棋这几块。这样好像白棋困难，如果黑棋能收到这个，这边不知道没事、嗯、这边尖，这边尖一下的话，如果没事的话再把这个收，白棋肯定不够，嗯，确实不够，所以他现在必须要把中间救出来，但是我也不太看好白棋这个地方，因为这被一长只能这样接回来，这边的棋形很妖娆看着，嗯，就是你端不了它，你有疑问吗？暂时没有。嗯，黑棋接上，白棋冲，这个就收兵了，双方收兵了。哦。我觉得白棋困难。这样。嗯。你再来给我们判断一下。嗯，现在白棋的目数就是缩水的厉害啊。嗯。那这个黑棋还能收到。还是十五，就白棋这几块三十五目，三十五目可能弱一点，差不多三十五目、嗯。现在这边十四，二十三目，五十八目，白棋五十八目，白棋五十八。嗯，这个地方是这样的，白棋是进不来多少啊？白棋只能虎。如果虎，这黑棋还可以贴。哦。能靠吗？
靠一个的话，我大吃呢？有可能直接连根断了，这样好像是要死了。我还可以打翅膀，我还可以单打吧。这样啊、我就白臭的。你为什么要白臭的？这样白棋进不来啊、进不来，断死了。白棋如果只能这个层次的话，可以尝一下，贴一下。你靠，这有白棋，好像没有破到多少。对，没有破到多少。嗯，这边已经亏损很多了。嗯，这样啊，黑棋。如果能挡着这个，是吧？其实还是有六十目，白棋五十八，就是感觉这两目，这个地方应该有十多目。嗯，反正白棋感觉要困难一些。嗯，看来是个劫白棋还是损了？嗯，损了。就是白棋，与其这样的话，不如当初就我们最早摆的那个图，就从这个地方跳，让黑棋靠住，嗯、然后再从这边蚕食黑阵。那样的话，黑棋比现在围的多不了多少。这个光这个提，就是白棋提掉一次，跟现在比的话，下面的目数应该得差了有一个天目。嗯，这个其实出入非常大。但这个劫确实是。长远应该消掉的。嗯，这个还是这盘棋还是有一些值得大家讨论的，质疑的地方吧，应该说。嗯，目前就到这儿。嗯，这个时候陈阳月要好好想一想，有什么办法？正常的收可能是要输。嗯。这个地方如果说跳一下的话，这下边也还好，是吧？嗯，那下面白棋还是有一些，白棋就尖一个，尖一个排出，下面大概就是这样。这样黑棋接白棋可以接这个，如果冲黑的接就慢一气了，局部只能虎一个，有个打劫。你还是细腻啊。嗯，现在白棋立于双活。嗯。嗯，白棋正常就是这样，这样有个劫，但是劫黑棋比较重。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行为，嗯，我们不妨记一下。对，这个局部。拿小本抄下来。嗯，这个确实是不错的一步。嗯、就是其实目数跟接是一样的。嗯。你下的时候总是不妨虎在这儿。嗯，这里白多一个打劫，白多一个打劫。嗯，杀气的时候，这种地方很关键。也就是说呢，黑棋收官的时候，这个接如果白跳了这下，黑的这个接是先手。嗯。先手捡了便宜，接着被白色吃在这儿，那就可能也就接一下算了。嗯，可能刚才给有可能给他一多点了一点，不过感觉上还是应该白棋稍差。嗯，但我点目可能点的比较糙。嗯，大的地方很多，这步也很大，这步走完了，本身逆收应该有四五六，这边也逆收六目，这边白差一档，这步棋可能有逆收有小十目。嗯，但是白棋现在中间肯定得走，所以上面是黑棋家的权利，嗯，就是这个挡可能不一定挡得到。嗯，
刘老板来一段天津话 solo 吧。这个有基友邀请你来一段天津话的 solo。这个是真不会，就是可能因为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我这个说话基本上是一点天津的可能都没有，所以就是确实是，作为天津人有点不好意思啊，因为从小家里人没有天津话的口音，然后自己又是8岁开始就在外面，所以，但是我们天津那几个哥们儿，都可以，都特别厉害啊，东岳更是很纯正的，所以说真的大家有机会。一定是让他给感受一下给大家表演一下，他那个非常的纯正。其实我说你是假天津人呢。这么说也确实是，那也不能，毕竟是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只不过就是离家比较早哎，那你现在在操劳这个围棋 TV 的事情，你觉得对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竞技状态会有影响吗？我还以为你就问我对我个人的什么状况。这个状况我们可以一会儿再问。对我个人的竞技状态我觉得还好。还好？我觉得是还好。这边讲了棋还是能长棋的是吧？就是毕竟还是很多时间是投入到有关棋的内容上。就是没有完全脱离开这个棋。对，就算说每一期帮梦梦找那个武将，对吧？这就是个活啊，基本上所有的比赛，专业的、业余的、女子的全部都会看。那还不错。那对你的个人生活呢？这种个人生活那还是有空聊。我发现一个问题啊，我们前面把牌局摆得太臭了。对，他实在你接，我刚想说这不可能虎在这儿，肯定是接好，肯定是接比虎的目数好啊，这个因为接这就是你不如陈耀烨的地方。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黑这个张收不到，白棋这个上面有一顶。你收这个时候白棋可以顶在这儿。这边马上就要冲，后面有半个眼。这样的话白棋首先白棋可以脱先，脱先死不了。那白棋做这个眼好。做这个眼的话，黑棋这个尖就变成后手。这个区别非常大。目数差很多。这么一看的话，我倒是真的不一定了，真的觉得前面的判断有点粗糙。他现在就点了，怎么我说到哪他就下到哪。这个时候白棋肯定是不会从下面做活的吗？还是上面不过顶，黑的可能也能撑住，上白的只能打这个，应该不能打，不能打这个，打这个，这么撑住，这样黑棋确实好像并不大提完虎住。而且黑棋趁现在这个没封这口之前，先问白棋，是好刺激的。不知道白棋有没有那个，但是白棋不一定，白棋有没有这种跳的可能性呢？有吗？你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我有点开小差。跳不见得行。我看刚才棋友说。感觉姓范的棋手好多，现在兴奋的姓范的棋手，姓范的对，我想说多亏了小范的，托小范的福，曝光率有点高，最近。有的时候大家说小范的时候，我以为在叫我你也是小范，对，跳这个可能不相信，黑衣是不是能点？粘上，这马上就断了，是吧？粘就不客气了，欠一个断。如果你走这种，靠一个呢？你再让他吃你，他就来了。吃不吃得掉是一回事啊，就是想吃你吗？我觉得能吃掉。是吧？你觉得能吃掉？可能是能吃掉。所以说，我还以为你有意见。白棋还不一定动得了，如果动不了的话，这顶就没意义了。将来再顶更是黑的无所谓了。
黑棋现在这个收是好时机，因为你这边先走这边的话，但凡白棋这边有子的话，就有可能让这个顶冲先生。对，这个地方崔子涵还是下的挺到位的。所以跟你说嘛，崔子涵的后半盘现在也非常了得。嗯，不好对付呀，白棋没有什么办法，确实这边除了这个跳，其他的都是后手，对那边没有用，可以刺一下，但刺对这边帮助也不会太大。嗯，嗯，这里有一位棋友要求我让你说一说范细平和范廷钰谁厉害。二范对，这个问题就是业余棋友之间的争论是非常多的，你基本上我觉得哪都在说到哪走到哪都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啊，包括身边的一些业余的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就会拿当今的对棋手跟过去的棋手相比较。这个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前一段呢在我们的论坛里面有一些棋友之间的争论，这个我觉得其实能让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总是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这件事情会闹得大家情绪不好，这没有必要，不要太认真，对，不要那么认真，因为其实谁说的都不算这件事情我说的不算你说的也不算但是确实是有两种说法吧，一种是觉得古代棋手师范包括黄老师他们和现代的棋手来说呢是一个可以，如果他们了解现在的下法就是如果在布局上不会吃很多亏的话应该是一个好胜负，就是说他们的内力还在对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包括这个我们前一段聊天的时候一个我的一个反正是圈内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个世界冠军他也说他觉得师范呢放到现在呢就是业余高手这是就只是业余高手，对，这是一个专家说的，但我肯定不会透露他是谁的那肯定不会透露就这个说法其实没有定论包括让我说的话我因为我小时候还是挺沉醉于那个当户世局那本陈老当年写的那个我那本书翻了很多每盘棋都看过很多遍了确实是觉得还是很精彩很高深的一个棋但是因为毕竟当时的理念不一样当时的围棋的理念作子嘛也是由于这个大家棋的流向不一样但确实你如果让现在的棋手去下作子也会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东西都会被推翻谁都不会没事去点个脚对吧肯定都会把棋下在外面所以说真的要说这个谁强谁弱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见解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争个高下那你觉得现在棋手的训练比如说以前信息量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得到的棋谱会很少对现在就是说信息这么发达然后反而就是说你根本就是看不完的棋谱就是有一些是那你觉得就像比如说你这一代棋手你会看当户世局那现在的年轻棋手我觉得不一定会看就是古谱对以前的古谱你觉得这是有好的地方或者有坏的地方吗当然是任何事情都是正反两面的嘛对吧我觉得他们不看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是现在的棋谱还看不过来对现在的棋都看不过来我现在每天吭哧吭哧在网上一天有时候一天看好几十盘棋但是确实是他觉得对他来说价值并不大确实可能棋呢是有很多很有内容的东西但是毕竟是跟现在理念不一样的尤其是前半盘那个东西按现在的理念来说是无法不合理的吧所以说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你真的你现在也有年轻棋手也会看他只是沉醉于其中的那些精准的计算
和一些在战斗中的一些场面的构思，还有一些江湖恩怨了。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想学的人就去学，不想学的人没关系，不看也好。嗯，这个大家围棋本来就是百家之长。嗯，所以说没有必要跟一个人一定要说这个棋必须得看那个棋，对，都没有必要。 嗯， 嗯，没有主次之分，没有哪个更重要，对，这么一说。嗯，因为我记得那前一段我那个时候在看在网站上看日本棋手的棋谱，嗯，那个时候是孟太林跟我说嘛，他就很诧异，嗯，说你怎么连日本棋都看？又可以蒙蒙，这不是黑他吧？嗯，我说这个我日本女子棋手的棋我也看，然后业余棋手的棋我也会看，就是我还是看棋谱是一种习惯。嗯，就个人而言，你觉得其实不管是谁的棋，嗯，总是有他独到的地方，对，对，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对，就是可能让你更拓宽你的思路，至少这么说。嗯嗯。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棋的进程。嗯，白棋忍回去了啊，这个地方他好像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黑棋走的是这个，这步棋真的是太大了。嗯。因为确实前面说的白棋走这个黑棋能很容易的围上，嗯，那现在呢你这样围不上，围也能围得上，比刚才的效果差很多，你飞也能围得上，嗯，但是就是效果差不少，这个地方白棋可以靠，这个只能挡冲。嗯嗯，可能扳还有点味道啊，嗯，因为这断完断的味道，这个地方黑棋就是并没有那么大了。嗯，但这步飞的价值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前面说的是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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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棋现在的目数是1 2 3 4 5 6 7 8 9 9目棋。嗯，黑棋的目数是两目，是吧？嗯，然后点到这冲一下，黑棋现在的目数是2 4 6 8 10目棋，黑差8目棋。嗯，白棋，即便是你挡到吧，嗯，这个挡其实黑棋走的可能性还大一点，因为这边是这样的，挡到其实也没什么关系，黑的能点一下，嗯，就白的可能这边只有三目棋，三目棋刚才是九目棋，白棋差了六目棋，黑棋差了八目棋，十四目棋，是不是有你收十四目？可能不到一点啊。但是应该是你收十多目以上的，所以这步棋真的是太大了。嗯，白棋有点无奈，这个跳没有机会跳，如果当时这个时候跳的话，黑棋应该是会吃上面吧。嗯，这个也很大也很大。嗯，但我觉得黑的可能是白棋应该担心黑棋不易，这样的话就形成转化了。嗯，这重新判断了，那实在没这么下，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嗯，这步棋就是你说十几目的价值。嗯，非常大。啊，白棋要发力了，火了一个，恶心一下黑棋。嗯，这边是这样的。嗯，黑线提。黑棋在提，提的这一刹那，白棋。黑的为什么不走这之前先把那个提了呢？会不会担心这个呢？不会吧，这个这么大。这么大你知道多大吗？你刚才不是点过了吗？我忘了。一二，十二，二十八吗？嗯。如果走完把就断了。这个。不到二十目啊！你不要忘了，黑的棋手就走在这儿了，你跟这个比。哦，对，这个真的还真是不好说。如果黑线跳一个，跟黑棋不提点在这儿比，哪个好？六目，八十，可能这样也挺接近的。嗯，但他是觉得这个提应该
总是能提到的，因为白棋正常来说白棋也不会去走这个不收中间的，嗯，对吧？所以黑棋学的是自己家的，自己家的，嗯，他现在走自己家的走是不是走出点问题？白棋发现已经不是他家的了，嗯、他发现这边棋没活，也不理他了，嗯。这边是黑的这块棋的局部不活呀，嗯，就是这胡本来是白棋的先手，对呀、啊，嗯。现在就非要整这么一下，出现了一些变数啊，整这么一出，嗯，现在看出来当初就应该摆安平这里，对吧？对，因为打到这儿嘛，这个再次强调第三遍，这个棋就可以不提了，而且是一个绝对的劫材嘛。对，那你打到这儿，你就必然马上提，对，这价值就变大了，至少差了一个劫材啊。第三次强调，嗯，打了一下吧，嗯。提掉，嗯，提过来，嗯，白的冲，冲，啊，我觉得这个崔德汉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这个劫白棋是无忧的啊，冲啊冲完白棋是，而且还能粘，可以贴在这打去的，要是白棋有负担的黑棋还好，黑棋因为劫材还是挺多的，嗯，但是白棋无忧劫黑棋就肯定是有问题了，嗯。这个退局的心理确实也，但是我觉得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嗯，黑的这个棋不太够啊。嗯，他的选择是像一种不够，跟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他觉得反正也是不够了，那我先提一下，乱一点。嗯，这个说法有可能。嗯。但我主要我点好几目好几面目也没点清，没点清是吧？嗯，如果是这样，那黑棋完全没有必要。如果黑棋硬一个、嗯，黑棋主要不知道硬在哪儿，这边虎下很难受。粘上的话，要被白棋粘一下。贴回，哎，能贴回吗？贴回来还被白棋粘一下，黑棋就没目了、啊。嗯，拐。的话多一点，拐的话也挺惨的，惨、啊、反正就是一个惨字，好难受啊这个棋，嗯，算你臭一点的冲吧，这能挡在这吗？差不多还是，反正我打八新手冲吧，瞎臭，嗯，这样白棋便宜到一下，白棋现在白棋会走中间吧？肯定会走中间啊！这飞飞得进来吗？我要冲断你啊！嗯，如果尖，尖我就飞住。飞住，提一下。嗯。飞住。你要给大家判断一下。一起点吧，你点不快点，你点黑棋白棋，你随便你跳。但我怕我点完之后是副作用。不会不会，相信你。好吧。嗯。我点黑的吧。嗯。白棋53目，53、54目，黑的有61吧？好，还不止，黑的不止。对，我真的觉得这样黑棋要赢啊！而且现在是如果能打，现在是带白棋，带白棋，带白棋啊！不黑就是挺厚的这棋，嗯。这个地方黑棋黑的就是一些暗母还挺多的，嗯，比如这一冲这子死了，对，这张都还有点，这我还是觉得黑棋要赢的棋，哦，那这崔德汉是完全没有必要啊，嗯，看实战，直接走出一打劫，嗯，这个他是，而且这个劫白的真的是无忧啊，嗯。不知道哪根筋出问题了，打了一个踢过来，把这冲完了之后踢过来，嗯，黑棋搬的吧，现在是搬，嗯，但是这个白的粘，哎，白的没有团，这个白的粘了一个，哦，粘一个，白的粘了一个，是细腻的好手还是拼搏呀、啊？不过双白你只能粘啊！哦，
不是，这我觉得要出问题了。不是不是，白棋提了，就是粘完提了啊。对，那这块棋子死活就成为关键了。现在很简单吗？这个只能尖，现在尖白的只能冲断。冲断？不冲断，你去找谁杀呀？这现在顶是没有用的。冲断的话，我是只能提吗？嗯，你提找谁提回来的？再提一个。黑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好像没什么可选的，不能活这块，就只能粘这个，只能粘这个，因为活这一块的话，白的这顶是先手嘛，嗯，然后这个冲是先手，等这个劫是带响的，黑棋没法打，对，他一随便一个劫，黑棋就炸了，对，所以说黑棋是只能走上面，走上面就杀，只能粘上吧，黑的，嗯，粘上，然后白棋杀棋，这两个。肯定是这个便宜，这嗯，然后猴哥，这肯定是双活了，不用看了。嗯，这个能把这个来，哎，不见得，你挤掉这一下。嗯，冲，就是黑棋再走，嗯，白棋肯定不硬了，白棋肯定把这活，就黑棋如果脱先是什么情况？哦，我已经把这边给忘了，这还欠着块死棋呢。嗯，女孩子就是杀红了眼，已经不记得了。嗯、对，好像是白棋是不可能吃得到黑棋的，白的吃准这样。嗯，这黑棋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还一起接。嗯，黑白吧，来。嗯是，嗯，我先把这个收着看清楚，然后白棋收，嗯，就是缓棋劫嘛，黑现在提劫，嗯，白棋找个劫提回来，黑棋不走，黑棋不走是紧棋劫，缓棋劫，那白的不行吧？白的肯定不行，嗯，黑棋还有本身劫，这个地方有两个本身劫，嗯，这边还有一个本身劫，嗯，但是还有一遍。还有一遍是白的不先断这个，你能帮我把棋摆回原样吗？那黑棋是这样的。先断这个呢？对，白棋就白的先断，先冲比较好，应该是。先顶。先冲，但黑棋这已经有一手棋了。嗯。这样就确实是黑棋可能看不清，因为黑棋现在如果挡的话，被白棋可能先手打断了，找个劫完了再一冲断，嗯，就直接打劫了。嗯。嗯，如果黑棋不能挡的话，就很看不清了。这也有风险，也有风险。嗯，这个棋就是越来越激烈了。现在就看崔同学，你选这样，白棋消解是这样，黑棋实在是冲了一下，嗯，跟提一个交换。嗯，黑棋但是现在其实是可以那个妥协的，接上就妥协了，是最简单的。白棋做活，自己把这个吃了。这样不能够吧？为什么不能够呢？这棋能够吗？这个转也挺大的。这个转换其实白棋，你觉得白棋一定便宜很多吗？我觉得看样子好像白的吃的多一点。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是白棋花了一手棋，是白棋虎，黑棋提，白棋走，嗯、黑走，白棋再走，对，白棋再走这种，等、嗯、于白棋多花一手棋。但是黑棋比较遗憾的是这一下没冲着，哎，但这样太遗憾。这样多一手棋的话，确实，而且黑的这地方多了一个尖、嗯，对中间肯定是有帮助的。嗯，所以这个转换还真是不一定。实战黑棋
没有接，直接搬了，意思一样吗？你是在质疑自己吗？我在想，不接这一下会不会生虫？可能也问题不大。接，你白天现在断进去找不到接。嗯。如果这样判断吧，上台吃，其实这车机确实可能会下的好一点，但算这样，这个不让你们能挡上，嗯，姑且算挡上，嗯，然后这种是愉快的，可以，我不是可以帮助你吗？帮哪个木好？这样挖砖一下，而且帮。这个行，你说这好，这好。反正、嗯、行，是这样。嗯嗯，你点黑的，你点白的。我点黑的吧。嗯，白棋好点，跟你说。哦。40-50啊。80多亩，80多点，多不了太多。反正还轻。嗯。嗯？你说白的有多少？80多一点点。哦，那黑的要赢，感觉。黑的多少？黑的有89以上吧。只有89，你能拿什么赢？你说89该白一下，黑的。再跟白棋下。对啊。哦，我再数一遍。还是你数吧。我再数。既然你数得那么快，他那个名人90多亩，好不好？你好像数目总是数少很多嘛。对啊，所以说我下棋的时候就特别悲观，我总是喜欢给自己少数一点。啊、哦，我以为你给对方少数一点。没有，给自己少数一点，然后就觉得如果直接下官子的话，我没信心啊，然后我就冲上去了。这块已经90多一点了，嗯，黑的应该95-96目，嗯，白的80多好多，其实这样我还真搞不清，但实战又出现状况了啊，嗯，黑棋没接这一下，黑棋前面是算黑棋最淳朴的接招吗？嗯，现在没接，白棋断上来了，嗯，这么狠，嗯。断上来，要求。虽然你如果走这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黑棋不见得会接，黑的有可能会断这个，就是这种手法。你比如说，你走这个、嗯，你本身是这么走，对，我只能把吃。然后我这时候再接吗？这样我提在这儿了。如果你只能让我提在这儿的话，我就会目数比刚才好很多。你接我打个长，你吃就挖吃下去，应该比刚才目数要好。对，可能还有这方面的考虑吧。嗯，所以白棋现在是恶人先告状，端上来，还得提，把它冲一下听话。黑棋接，黑棋接。接有啊，这不接，这块棋已经做活了。嗯，他在接，这白棋便宜。我觉得这一手明显黑的便宜了。这样白确实看不出什么意思。白棋把这四个子跟这边交换，等于说白棋现在先手走这边。但是别忘了，白棋这桩，嗯，这个桩欠好了啊。对。你如果想活干净的话，来顶一下，顶一下的话是冲跟你这个交换，这个交换黑棋含着，你知道几目吗？你就折半算不就行了？十一折半，十一加三折半。哦，这边还有一目、嗯，那就难算了。十一加三折半14，7目，七有四分之一，这目这张还秀。嗯。嗯。我想这步棋一定是摆错了。
你看到多少白皙粘结吧？我看到白皙粘结之后，黑的爬了一个，我想这不一定是白色，这肯定是肯定是粘白皙打，白皙打枪，嗯，白皙点。这样的话，白棋比刚才少了，哎呦呦呦，少个十目棋，少个十目棋得到了，感觉上白棋不会便宜。嗯，白棋应该是只能靠，感觉上。但这下是不用顶了，这下顶确实太伤了，可能能看成这样。这样的话，这条木大概黑棋只含着十目，大概含五目左右，比刚才好不少。但是五加十，黑棋已经得了十五目了。嗯，白棋中间能进来这么多吗？应该不容易吧？为什么不接呢？你靠在这儿，你站在哪儿？站在这儿。站这儿，便宜是吧？看起来比你那个强一点。很多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好一点是吗？嗯，你肯定是有限。那也是好。先下谁便宜了？我觉得你，我觉得黑的便宜。我这样来讲的话，我觉得黑的便宜。差不多。嗯，就算这样吧。感觉黑棋，白棋困难。其实这盘棋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西安曲江队是目前来说是排名倒数第二，他过后排名倒数第三的辽宁菊花岛吧，是辽宁队是过后他们两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队，其实我们队也很危险，我们队只领先他们三分，我们队倒数第四，杭州队啊，西安队现在是急于取分的时候，所以说这一场就每一场其实都是保持生死战，尤其是西安队呢，相对来说可能主将更突出一点，就是他们确实汉今年的胜率非常高，但是他们队现在成绩并没有那么好，也是因为其他几个队友呢状态差一些，所以说如果崔哲汉这盘棋如果输了的话，西安队就如果是赢的话就非常难，三个队友全都赢了，面对的就是北京队，但是只要每一个对手都不好对付，对，只要崔哲汉一取胜呢，就变成一个三摸一的状态，对，三摸一的状态就可能就希望大很多，这样，崔哲汉是今年联赛成绩特别好，是吗？对对，他很稳定，实力也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会不会他是对中国棋手更了解，会不会对他的胜率有帮助？对，我觉得说明他也是一个很用心的棋手，因为他曾经面对陈耀烨八连败吧，大概是然后现在能够三连胜，所以他还是一直在研究他的对手，包括其他的中国棋手，他也因为毕竟每年在中国联赛有十几个，就中国的最好的棋手他应该都会比较了解，所以他会慢慢的总结，能让自己更加的适应这个对手。我发现有一些棋手就是说会对自己非常了解的棋手就是胜率很高，对，这其实也是正常的，像李昌镐的鼎盛时期就是他杀手厉害，就是很多很多那个曹新建老师，对，包括后面一些其实很多的年轻棋手都能跟他在初次交锋嘛，摸他一盘对吧，但是后面就是下的多了，当李昌镐就了解这个对手之后，就会发现基本上不会再输了，或者是胜率就非常高，这也是熟了他就了解了，他心里就有底，不熟反而容易就是出其不意，对对，一旦你被这位棋手了解了之后，你恐怕就再很难取胜了。对，就毕竟他的实力还是更强一些。这样的棋手也很可怕呀。现在发生了一些变数啊。白棋没比这个下的要好。白棋实战这个节前面粘是棋谱出错了。打将。因为不是打将。不是打将吗？
嗯，你不用看棋谱，你看我的棋谱。哦，棋谱错。就这个粘是不行的，粘这个这样白这个劫就毫无意义，白损啊、嗯。嗯。但是他棋谱出错了，白金并没有粘劫，白棋是那个顶着这个。嗯。他这个粘有可能就损一手，就把黑棋直接就是让黑棋连回家了。嗯。他肯定是寄希望于你黑棋自己补一个。嗯。他比刚才得一手。嗯。他现在是顶，这样好像看起来就不一定了。黑棋提劫，然后白棋找劫。这黑棋，嗯，这个没有，没有。白棋上白棋已经先保证自己活了。对，嗯。然后黑棋走这个，白棋啊，黑走这个，白棋提劫。嗯。这个黑棋是挺恶心的，你现在等于这下冲不着了。你现在不能冲了，冲了白棋冲也可以，粘也可以。嗯。等于这下冲不着了，实战黑棋没有劫财，只能粘回去、哦，这个被白棋逆收了。很残酷啊！这个你说黑边这边的对这个挡也变成后手了啊、嗯，然后黑线这个地方呢有可能还欠着，嗯，所以说现在这个局面又要重新判断。我觉得这样陈耀烨要赢嘞。嗯，也没那么简单。还没那么简单吗？那、嗯、真的便宜不是？你看黑棋的下吧，黑棋现在是提啊，提了一个，嗯，那他如果觉得不够了，他还可以拼啊。可问题是这劫就是这劫白的打不过呀，靠一下。嗯，你就那么确定打不过吗？嗯。你有看过黑棋的劫财吗？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相信崔泽汉，既然他补了一个，就说明他打不过。那为什么不能说明他赢了呢？嗯，这个倒是也有可能啊。你跟我打打看。我就跟你打打看呗。然后接这个，挺聪明的。那当然，这点智商还是有。嗯，你真的劫财，我觉得你打了两手，你可能就要溃败了。真的吗？嗯，跟我打劫没什么好下场。这个你觉得是劫吗？你现在断还是劫？除此这个不是劫吗？断，这个肯定不是劫。我断一个劫，我肯定打不过你那边还有劫呢。那这样就可能就只有两个劫。你现在要打赢的话，完全不要脸的话，应该也能打赢。你断一下，扑一下，再扑一下，三个劫。那我就不要脸了。我靠，真厉害。嗯。嗯。是。没事，你也可以不要脸一下。我就搬了，打了，再打这个。嗯。但是你不要脸可能都没有用。话不要说太绝啊。对，我觉得这样看不清，这样真的还挺看不清的、嗯、我觉得他实战那个补额说明他有可能还是对形势有判断、嗯、但是我怎么觉得不乐观呢？好，对，我是应该支持药业的，虽然说、哦、因为你们队是对，虽然说西安队有很多我的关系很好的队友，但是毕竟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嗯、这非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黑棋七劫，白棋飞，黑棋飞，白棋尖黑的飞，白棋七，黑棋并一下。你在摆什么呢？啊，白棋没有提劫，白的挡了。这个棋巨大，挡了吃这个，就黑棋没有冲到这一下，这黑棋很痛苦的地方就没有冲到这一下。嗯，嗯，等于白棋就一手棋可以你收到这儿。唉，伤心啊！他是贴了贴住，这棋非常简单了，还是可以判断了。还得贴白的体。嗯。你给大家数一下木吧。今天只剩数木了，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形势如何。算黑棋接上。嗯。这边算什么呢？白棋爬一下吧。就这样啊。嗯。
啊，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四十二、四四、四六、四八、十，排的好像是七十八吧？排才七十八，我那就不肯定输了。四十三、三五、三六、三四五、七十五，像感觉盘面十一目左右，嗯，还可以赢一点，但实战基本上就可能就是这样了。这地方白棋如果拼搏一下就是大飞，大飞也不用拼搏，好像本身就能大飞，因为本身如果这边没有关这个力是后手的话，这局部是不活的。扑一下，一加就不活了，加完尖。但现在力是先手，黑局部就只能点，还得力，完了猴，完了扑。但这个地方欠个怪劫，就等于是这样的形状，跟气有关系，对，跟气有关系。但是现在等于白棋是延到外面了，气还比较长，所以白棋有可能会这样，这样。大飞强行大飞在这儿，就会跟刚才差两棋。他现在是我有一事不明。这个白棋挡之前能不能把这下贴到啊？能吗？能的。我就冲完了贴。能。那这不是最后一步大棋吗？这挡还挺大。这贴几吗？先手扳倒一下，还能尖一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六目，六目，确实有可能好一点，因为黑的如果只能立的话，这立，你说五目还不到。你说的有点道理。贴这应该能贴到，这个扳好大。反正他没贴。不知道为什么。局面现在应该就是这样，基本上一模一样的状态。白棋就看他会不会大飞。应该肯定会大飞。这个地方爬小飞没有意义，小飞因为这个黑棋都是硬的，跟拐一个跟拐是一样的，可能还不见得有拐好。但大飞如果能走成这样的话，白棋希望走成这样，如果走成这样的话，白棋就基本上便宜两目就可以爬。现在看着黑棋提，这下打回去就等于爬黑的跳，白的冲了扑下就便宜两棋。这个棋白的提完之后呢，先把这个搬掉了，黑的是虎的，可能这边他觉得以后有点无聊。这个地方黑棋最强的是我知道。黑的最强的手法是走这一个。冲完打住。打住。妈，这样便宜吗？这样如果你接的话好像可能要出点问题。那个的。问题可能也还好。这是什么点力猴。还白棋不能扑，现在扑的话黑的一接就已经是缓一节了。白的，但现在白可以奋力把这个开了。那我挤呢？再扑。有问题吗？没有。那黑的如果现在双活的话呢，好像应该肯定是白棋便宜了，因为黑棋只破了六目，这还亏了，还送了两目，所以说白的，这白的能行吗？不能行吧？为什么不能行？你说哪样？就这样，这样的。我挤你扑，你先打吃是吗？我挤。是带响的是吧？对呀、我去，被你抓住个破绽。嘿嘿。
看来扑我都给你打劫，我一个劫打爆你。你一个劫也打不爆我呀，问题是要不要这个劫我恐怕还是得硬上上上，这点有劫啊，那实在打不着，打不着的话那白的其实还好，白的可以接这个。接这个，接这个好，你套这个对，找劫提回来，黑棋如果不行的话只能退。哦，这样，那我黑的有没有次序上的，比如说你先铺这一下，嗯，你可以先铺这一下，有没有啊？有。嗯，但先铺这一下你可能会给我翻上来。对，你这下就肯定打不着了，就是这样被我一巴掌扇到脸上。这个黑的有点。哦，但他实战根本就没有，他实战间他是不是白棋赢了？尖跟拐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白棋劫财好了一些。哦，这个棋还真的是我需要认真的点目啊，你跟大家聊一会儿。好的，我看一下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好，我看有人说棋手紧张时李世石抽烟，曹勋炫抖脚脱袜子，赵之勋是扯火柴，伊田是上厕所。看来这是千变万化的呀。刘老板，你紧张时候干什么？我觉得白是输了。我紧张的时候是点目吗？不是，我紧张的时候我紧张的时候我怎么会紧张呢？我这么淡定的从来没紧张过。那你觉得是谁要输了？我觉得白棋要输，就我还是觉得我不会点错的。那白棋要输对你们队很不利啊。我们队靠自己不求人。反正你现在也不紧张， 我看出来了。我是比较相信我的队友，他们就真的很有劲儿。相信别人是吧？不相信自己。我上我肯定有信心，但是他们上我也有信心。嗯。行，我们接下来他是走完这个虎的这个，黑棋非常狠啊，是尖这个地方要便宜三分之二吗？太犀利了。因为如果接的话是就这样啊，他是要求把白棋这么挤回去，让白棋少一目，这边白棋多三分之一目，黑棋便宜三分之二目。这个应该白棋没有叫板的权利吧。有棋友说刘老板的衣服哪里可以得到？哦，这个衣服是我们很热心的一位棋友那个帮我们制作的，并且设计的，然后又是制作出来然后送给我们的，这个非常感谢哈。然后怎么得到有办法了。我请联系我们。那个我觉得这肯定没问题。一个是我们本来也想作为奖品包括衣服和扇子都可以作为奖品给大家。另外就特别想得到的我们也可以适量的发放一些送给大家因为我们都觉得这其实也是棋友跟我们棋手之间的一种联系吧，感觉大家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很高兴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件衣服下面还有亮点的，你要不要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没看出来亮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上面它下面它这个图案。哦，这个图案有点好看。算了，站起来。人家梦梦都站起来了。是吗？梦梦站起来给大家看了。我身上好多东西呢。我们编导给我挂了一堆东西在身上。好，今天不方便。不方便。我在想。
四点这个棋也是很难讲。我觉得很行，反正，要不然我们就读点什么。你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不太合适，我们私底下再说吧。好吧。因为是不太这样的。因为是这样，那个前天的农心杯啊，我们是请孔杰来做直播。嗯。因为在之前呢，是我们同时在线观看的人数呢，是佳佳来的那一次。嗯啊，当时是可能是接近3000人吧，嗯，就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觉得很不错的数字了，嗯，啊，我们觉得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尽早突破3000，3000大关，嗯，啊，但是呢，前天孔杰来的那一期呢，嗯，真的就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是开始没多长时间，好像就过3000了，嗯，然后接着是5000，嗯，6000、7000，最后统计最高同时在线的人数是超过8000人。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件就是很鼓舞的事情，嗯，当然也最主要的是感谢大家能够这么支持，嗯，所以啊，因此呢赵老板决定今天晚上犒劳一下大家，然后请大家一块儿吃顿饭，然后晚上唱唱歌什么的，是不是？好像是这么说的啊，反正我在这先把话说了，一会儿赵老板想再推也推不掉。好，嗯嗯，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嗯，提劫黑的找了一个什么劫？铺了一下，铺了一下，喜欢吗？有棋友说，刘老板发现妙手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自己看错了的第一感，或者是就是我看一下，就是你会不会就是心里面会狂喜，狂喜，嗯，可能没这么狂，就是可能会心跳加快，窃喜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吧，窃喜总是听着有点猥琐，狂喜就猥琐，对天狂笑三声。有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今年跟古力有一盘什么比赛，唱棋杯的16强战，当时是就是收官的时候应该是他要赢的棋，但是他最后忽略了一块死活，就是以为是活的没注意，然后被我就是也算勉强算个妙手吧，就是杀死了一路点，当时就是像那位棋友说的，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因为我印象中古力的话跟他下了这么多年棋，下了几十盘棋，不会冒出这种，对，就是跟他下的时候我经常会冒出这样的破绽，就是被他抓住，但是他基本上从来没有过就是犯这样的错误给我，所以当时就会怀疑自己看错了，然后先怀疑自己，对，先怀疑自己，但是大多数时候是不会的，就可能跟他，因为他是对棋形很敏锐的，然后我们看了半天，反复验算半天，然后还是下总得下嘛，然后他走完之后他就挺淡定的，默默的看了可能10分钟吧，然后就挺中了，这样还是会可能跟对手有关系吧，你觉得对手很强的时候，他不容易出高洞，你就会多少会有些怀疑，先看对手，有点这个感觉，如果对手是我的话你就想都不用想了，直接走上去了，是吧？这手是你，我还需要发妙手？别激动啊！我现在心里面有点不好受啊。啊，这里有一位棋友老师问：我的老公是谁？你的老公？我只能说对不起，我还没有老公。是吗？啊，还没有啊，是啊，你想说什么？我总觉得你隐藏了点什么。你能不知道？我知道你老公是谁，是吧？屁啦，我在想他会不会认输啊，他这期有棋友说我们俩现在就整一盘，现在我怕你，我跟你说你不怕我？对啊，上次不是让你三个你就赢了吗？你什么时候让我三个了？你自己，你完全是在做梦，我觉得
三个确实我承认你强。但我不知道让我三个。我们说的是十秒，下十秒一步，十秒一步，三个确实你强，但是两个我还是挺不服的。那我们什么时候整一盘？没问题啊。就是还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要是正常下的话，可能让先我也不敢说，但是十秒一步，就是女孩子反应多少会慢一些。让先，我给你分心。分心，反正都是输。那当然，总得有一个人输啊。嗯。我看见有人说我欺负你。那肯定的呀，都说做梦让三个。嗯。他在想什么？行，我们到我们整一盘棋的时候，我们也会一定会提前告诉大家的。嗯，没有问题。嗯。走过后手寺庙，我看到有人问我。嗯。有人问我定段后走过后手寺没有？我觉得你肯定走过，以你这种风格，我觉得应该会有。别扯了，后手寺太没面子了，应该不会，反正印象都没有。有也被你的大脑自动屏蔽了。那是有可能。嗯，这个棋还是迟迟没有落子啊。我觉得白棋有可能已经认输了。嗯。你要不要跟我赌一下？你又来。嗯，他不应该这么长时间不走棋。刚才我们判断的是黑棋要赢吧？我觉得是十目以上。嗯。可能该有十一目左右。嗯。十一二目的感觉。但我就白金明明知道已经输了，为什么不这个大飞呢？还是我什么地方？出现问题吗？不太理解啊，这个有室友说也感觉白棋投了。嗯，没事，我们就静静的等待它的结果。 出结果。嗯，还是你想跟室友多交流一下。嗯，跟室友交流本来一直是我很乐于的一件事情。嗯，来看一下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啊。我靠，我看怎么很多话题都是不忍直视。嗯，我倒是知道，虽然你没有下过后手子，但是你是赢棋认输过是吧？不堪，那真的是不堪回首。赢棋认输有过，还不如后手子。有过两次，确实还是有过两次。有过两次。嗯，有过两次。哦，有一次就是跟古力啊。哦，赢棋认输了。嗯，为什么认输？就是当时点自己已经输了。当时，嗯，那盘没有，我还真没有因为点错目认输的。就我虽然没有数子的习惯，一般那个输半目我一般也不输的。嗯，这个东西我看到有可能有一些棋友会质疑。嗯，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质疑，这个就是一些棋手的习惯，觉得数子。真的是没有必要，这个输半目也是输啊，可能包括我还有棋界的一些其他人可能也有这个习惯，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啊。那天小范好像也是输半目的时候认输。对对，因为我后面看到有棋友吐槽说这个要把它下半要输。对对，其实因为也往往是一种心情，这个实在没有数子面对之后输出来那个盘面六目。嗯，那很残酷的啊。嗯，所以没有必要太纠结于这件事情。嗯，我没有因为数错子认输，有一次是因为天目的问题搞错了认输，还有没搞清楚规则是吧？对，因为中国规则是贴七目半的，而日韩的规则是贴六目半的。对对，规则搞错了。还有一次是跟古力那次是最后时刻，那个时候是贴五目半，年代比较久远，贴五还是贴五目半？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我是白棋，应该是盘面五目，嗯，然后他占尽身后，嗯，最后我就打到最后，嗯，眼看着差一个劫，嗯，就被他占尽身后，嗯，然后特别愤怒的，我先去洗手间，嗯，冷静了一下，然后愤怒的认输，我输完棋就走，嗯，
我好像听见他跟我说了点什么，但是我实在是没情绪听下去了，就直接拍屁股走人了。嗯，那后来呢我才知道。嗯，然后那是在上海下的吗？嗯，我们饭也没吃，在上海大街上转了几个小时回来，到我们宾馆门口，当时是一位还是韦国梁老师。嗯，他在那个在那儿。嗯，然后他跟我说到那个棋，其实我当时已经稳定下来了。他跟我说到那个棋，他说其实最后你认输的时候你是赢的。啊，当时是有一个误区，沾接收后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被他沾后就被便宜了一个子。对。啊，其实我当时觉得单节打不过我，正常的确实是打不过我。嗯，但是我有一个劫财是损一目。哦，损一目的劫财，损完一目我可以把单节打赢，你能理解吗？就是你不但打赢那个劫，你要心里还是失控。对，嗯。所以说，如果我找一个损一目的劫财，我就快那劫财，嗯，就可以赢。然后后面当时确实是有点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啊。嗯。但是也是过去了，就你必须要重新面对下一次对局，所以说你在你第二次赢棋认输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这么痛苦了？我们不聊这个，你好无聊。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承受能力了，是吧？随便你怎么说啊。你今天晚上喝不喝酒啊？我肯定不喝呀。灌你两杯。我是注定的不喝酒。我派出孟太林。不是他迟迟不走棋是个什么状况呀？你又怎么我看这个棋，我接着又问我的男朋友是谁。还真的是没有人。太可惜了。你的男朋友没有啊？现在大家都听见了啊，任何人都有机会。你有什么要求没有？男的，男生吗？理想型的是啊。我说你的要求是不是男的？哦，这个问题。理想型的，你说呀。理想型吗？是比较阳光一点的。哦，嗯。孟太林，你怎么样？够阳光吗？孟太林已经名花有主了。你就这么抱人家了呗？那除了黑梦梦，我也没有办法。哦，白棋实在是没有认输啊，接一个很倔强，就是死活不回去。嗯，这步接呢本身大概是个三目左右的官子。他对黑棋的死活没有影响，黑棋还是活的。嗯，但是他有可能生出一些劫财。嗯，是这么一个状态。但黑棋呢不管那么多啊，小崔同学也不跟你装了。小崔同学确实很直啊，他也上来了。嗯，很直，是个直男。这边应该总得接吧。我发现刘总说话挺有水平的。嗯，现在才发现。嗯，这劫我们看一下，白棋能找的劫，这个不一定是劫，姑且算是劫吧。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扑是一个劫，两个劫，我们直接算一下，一个劫两个劫。这边的话，可能最多有两个劫，因为黑棋其实是有可能消劫完，这自己还有一个劫，我最多两个劫吧。这样的话白棋四个劫，黑棋的话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黑棋至少有四个劫，因为黑棋先手提劫，白棋要找五个劫。嗯，可能白棋要不一定，这还有个劫，全都没有数，这个挺简单的，就等结果就可以看，跟着他的进程等结果。嗯，七五八五九六十七，白棋扑了一个是何意呢？是能给我讲解一下？如果没有棋谱没有看错的话，这是黑棋打白棋提，黑棋接，现在该白棋下，他扑了一下，男的是吧？这明显是损一个劫财啊。是不是棋谱错？我现在总是
很容易质疑他们的棋谱。像我呢，还按他的进程吧，嗯，他是铺完粘，因为很有可能是最后几手了，嗯，可以提白棋是找的第一个角的哪个？是冲，冲，嗯，提，来个狗数，嗯，提。那黑这个冲应该是劫，一二三四五六，为什么还不止一点？是白棋如果不硬的话，肯定亏了。嗯。啊，还坚持得下去吗？姚烨同学，啊，现在白在吃这个着急。吃这个不是劫了吧？哦，我知道他扑一下的意思了，就是他不他扑的话是不扑这下的话，直接找这边劫，怕黑消劫。比如你吃这个，嗯，黑棋会消劫。啊，这样黑的自己多了一个劫。对，嗯，这样的话黑棋是打这个劫做活。对，白棋你现在扑也可以，现在扑他也先提，他提完之后提这个，就是白差也没劫财。嗯，你冲他再提。对，他应该是计算这个地方劫财的关系。嗯，而且黑的也有自己有本身劫，黑的先提的话也是劫。嗯。他扑就是为了让黑这边少一个劫财。对。嗯。六八，黑棋消了，果然消了。六九，消了，我觉得白棋应该不行了。白棋全盘只有一个劫了。这个应该都不一定是，因为白棋吃黑也得走这个，啊，走这两个都一样啊，走这个，黑棋提，白棋现在走这个，这个应该是消解完了，把四个吃了肯定赢了。嗯，如果扑的话也没有用，黑棋提，白棋提，黑棋接，可能走这个更狠一点啊，然后一提，这个万劫不赢了。白棋现在只有这一个是劫，这个都不是劫。不过我估计药业有可能会扑一下，挣回点面子，提了是吧？反正我是看不到白棋的机会了。现在是这样，他是团的，嗯，还是提劫，他应该会扑。嗯，还是很顽强。你一直在干什么？我就在看那个变化。嗯，扑的话，黑棋应该还是提。如果粘的话呢，还有点变。嗯，可能其实也没什么变化了，可能会白棋，黑的就退了是吗？就算那边比这边大。嗯，这样的话，白棋有可能还要接上，应该搞一搞。嗯。不知道劫财，不肯死，估计也搞不懂。这能打赢吗？这肯定打不赢。这样的话，应该白棋不便宜。嗯。这黑棋提也可以，提也很简明。提，嗯，白棋提劫，可以找这个劫，白棋只能啊，白棋只能硬。提，白棋只有这一个劫了。嗯。黑棋还有一个劫，这个无论如何也是不够。偷偷的拿杯子喝水。果然是扑的，黑的应该会提。果然提了。嗯。这个没有什么变化的可能啊，黑的可能先起更好。嗯、这个要求小姐直接消在那儿。我觉得快要结束了。嗯，白棋只有这一个了。这个确实。嗯。有人说肚皮听到喝水的声音了。嗯。
是你喝水的时候肚皮响了吗？没有啊，肚皮没响。肚皮为什么要响啊？你咽水的时候肚子咕咚一下。那也是嗓子响了。你肚子可能也跟别人构造不一样。对，可能我喝水的时候是你的肚子在响。这盘棋基本上胜负不会有什么悬念了，还是跟大家一块儿总评一下吧。嗯，总评一下。对啊、让你坐起来。该你了啊、就是还是挺精彩的一盘棋，我觉得、这盘棋开局的时候我是双方的一些招法有一点质疑。比如说黑棋这部分，我还是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会先在左上先走后自己。白棋的问题在于我在想他这两手棋是不是有必要，就是为什么不一手提在这儿，然后把它正过来，感觉那样的话全局来说是更好一些。实战之后的实战后面黑棋这中间这部棋大超大非常好棋啊。然后但是白棋进去之后局面非常混乱。打劫的时候就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接我还是不太理解，白棋提劫黑棋接被冲了打死，就是被白棋无条件打赢。为什么当时不找劫搬一个啊、就如果觉得如果黑棋找劫的话可能白棋还会挺难下的。劫打完了应该是白棋熬出头了吧，至少算是。后面其实白的好像有好几种方法。对，当然首先这右下白棋这个活角是不是好也搞不清了，有可能直接升起出来更加的就是对对手更残酷一点吧。但是后面等于双方都有退路，最后的可能还是在中间这个地方的打劫。我是觉得因为后面看还有挖断的话，白棋是不是就有点质疑他这个先黑提一个再靠回去，先搬黑打白棋打黑提白棋再靠，这个是个俗的手法是不是有问题。他还可能不如像我们说的两边就是压缩黑棋，那样的话黑棋不会比现在围的大很多。而且那样的话似乎更好掌握一点。分寸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至少白棋还不坏吧。也没有判断特别仔细，最后这个地方的打劫白棋肯定是亏了。等于是我觉得打完劫应该是白棋输棋，后面这边形成打劫了，是黑棋可能是有点大意，这个提好像显然没必要，如果当时硬住的话应该黑棋赢。但后面黑棋打劫白棋打劫也没有什么占到什么便宜。应该是这样的。果然是最后一手啊，黑棋最后一步棋是这个挤完白棋认输，那确实是没有劫材了。弹尽粮绝。我看到了好像有人已经直播回顾是吗？我们接下来的直播是应该是微服房开杯吧。我印象中可能是后天后来，然后我们今天是27号，应该是29号吧，微服房开杯。然后希望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然后后天还是有我要挑战你。对，我要挑战你。等于下午和晚上有两档直播节目。也还是挺精彩的，因为我们现在每一期的我要挑战你都是精心策划过的吧。所以肯定是每一期都会有不同的变化，而且也会让大家更多的参与进来，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对吧？大家都一起来才比较有意思。是这样。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都在为我出谋划策呀。出哪些谋划？画哪些策？都觉得这个男朋友怎么样，那个男朋友怎么样。好关心你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这盘棋的讲解是不是就到这里了？确实今天也我去我们的导播是要吓我们，导播实在是很想恶搞哈。嗯，一看就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确实年纪不大啊。嗯，那好吧，因为是今天晚上一会儿赵老板还有大手笔，然后可能很多同事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啊，中午饭好像都没吃，有的同事啊、哦、是吧是吧，就是你吧。我吃了，吃的饱饱的才来的。我以为你一直憋着晚上那顿饭了。那我确实是中午少吃了一点。嗯，好吧，那既然这样，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直会有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吧。嗯，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嗯，好，谢谢大家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嗯。